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经过报告并被质询，请行政院林院长报告。苏院长，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今天承蒙贵院安排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编制情形，深感荣幸。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业经根据本院106年度施政方针以及施政重点编制完成，连同本院106年度施政计划一并于今年的8月31日送请贵院审议。以下仅就国内外经济情势及展望、总预算案编制的政策方向以及重点做综合性的说明。首先报告国内外经济情势的展望。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呈现持续低迷、缓慢成长的趋势。欧盟、日本还有中国大陆等主要经济体近年来虽然已经相继采行宽松的政策，但仍然未见明显的复苏迹象。根据 IHS 环球透视8月的预测，明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大概是8.2%，虽然略优于今年的2.4%，但是已经连续6年低于3%。此外，主要国家未来货币还有利率政策的态势并不明显。另外，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后续的效应还不确定，这些都增添了全球景气反转的风险。展望未来，随着世界经济还有贸易逐渐回温，短期内虽然有利于我国出口动能的提升，但是全球行动装置需求成长是减速，以及中国大陆供应链持续在地化所造成的进口替代效应，都会影响我国长期的出口前景。在内需方面，民间消费因为就业还有薪资增幅平缓，成长相对有限，但是半导体业者还会持续扩充高阶产能，加以政府积极推动各项创新产业的计划，都有助于带动民间投资。整体而言，明年国内经济可望较今年略为回升。其次，我们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的政策方向。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为了能够妥善运用有限的资源，是以下列的原则来编制。第一，政府税出应该衡量税入负担能力还有整体的可用资源，务实筹划，以中央债务成长率不超过前3年度名目国内生产毛额平均成长率作为原则，兼顾财政健全还有经济成长的需要。第二，各机关需要根据临机预算精神来检讨以及建立资源分配的竞争评比机制，提升整体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三，政府公共投资应该配合国家总体建设计划还有施政重点，并且兼顾地区的均衡发展，以跨直辖市、县市的区域作为优先投资的目标，加速推动各项公共建设。第四，各项社会福利措施的推动应该兼顾政府的财政负担、权利义务对等还有社会公平正义等等原则，审视规划办理。接着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重点。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经过审慎编制结果，税入编列1兆8457亿元，税出编列1兆9980亿元，税入税出相抵差短是1523亿元，连同债务还本740亿元，共计需要融资调度裁员是2263亿元，全数是以举借债务予以米平。为了兼顾财政健全以及各项施政需要，106年度总预算案税出适度扩增是1.1%，税入成长是1.3%，税出优先用于推动创新产业、教育以及长期照顾服务等当前的施政重点。累计债务未偿余额增幅是2.79%，没有超过前3年度 GDP 平均成长率的3.68%，占前3年度平均 GDP 平均数的33.9%。是较105年度减少了0.2个百分点。有关总预算案税出编制重点包含下列几项：
第一是加速产业体制的升级，为了驱动产业成长功能，为了驱动产业成长动能，政府是以连接未来、连接全球、连接在地作为主轴，利用全国内产业优势的利基，推动从南到北打造 产业创新的这个生态。106年度创新产业计划编列462亿元，包括亚洲矽谷113亿元、智慧机械46亿元、绿能产业50亿元、生技医药103亿元、国防产业16亿元、新农业58亿元、高质材料循环区专区是23亿元，以及其他创新产业项目53亿元。第二，健全社会安定网络，实践公益社会。为了因应我国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的问题，政府积极推动长期照顾政策。106年度长期照顾服务经费共计编列138亿，如连同非营业特种基金编列的相关支出，共计是178亿元，比上年度增加111亿元，约增幅约为167%。食品安全，第二是有关食品安全，攸关国民健康。政府借由推动食安五环措施，以建构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安全体系。106年度食品安全相关的经费共计编列36.5亿元，如果连同非营业特种基金编列的相关支出，共计是39.5亿元，比上年度增加了7.2亿元，增幅约为22.4%。第三点是提升公共建设品质，均衡区域发展。为了建构完善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成长的动能，并且落实区域均衡政策，106年度总预算公共建设计划共计编列1869亿元，比105年度增加了57亿元，增幅是3.1%。如果加计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特别预算，106年度编列数是157亿元，合计共是2026亿元，比上年度增加73亿元，增幅是3.7%。第四点是改革教育品质，强化产学研的合作。台湾要成功驱动新经济模式，关键就是优秀的人才。106年度教育部主管项下的教育经费共计编列2353亿元，连同中央对地方政府一般教育补助款编列500亿元，中央政府教育经费共计编列是2853亿元，比上年度增加了180亿元，增幅是6.7%。创新是引导台湾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也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关键。106年度政府科技发展计划预算编列有1062亿元，是历年来最高，较上年度增加41亿元。如果连同国防科技经费编列77亿元，营业与非营业特种基金编列194亿元，合计共1333亿元，较上年度相同基础增加55亿元，增幅约为4.2%。第五，厚植文化内涵，多元族群平等。为了带动公众从创作、禁用等各层次参与文化，并且透过文化的力量让台湾和国际社会相互合作，106年度总预算文化支出共计编列314亿元，比上年度增加26亿元，增幅是8.8%。连同国立文化社教机构、作业基金以及运动发展基金等编列50亿元，合共是365亿元，较上年度相同基础增加28亿元，有助于提升文化内涵，厚植文化实力。为了传扬客家文化，建立和谐族群的关系，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政府客家政策。106年度预算编列28.1亿元，较上年度增加2.6亿元，增幅是10.2%。其中，推动国家级台山县客庄浪漫大道编列有8.2亿元，以打造台山县丰富的人文生态及产业，启动客家文艺复兴，再造客庄的新生命。为了改善原住民族社经发展条件，提升原住民族生活品质，106年度总预算编列原住民族相关经费共计262.7亿元，较上年度增加38.5亿元，增幅约为17.1%。如连同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就业安定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等相关编列的相关经费，共计有299.2亿元。第六是巩固国家安全力量，
开拓国际及两岸的空间。在两岸关系方面，政府将以维持现状作为核心理念，致力维系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106年度两岸交流经费共计编列20亿元，将以公开透明、人民参与、国会监督原则，在对等与尊严的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在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之际，仍要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106年度国防部主管预算共计编列3217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6亿元，增幅约为0.5%，主要是增列武器装备、维持等经费。以上仅就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编制重点加以综合说明。至于随同总预算案送请贵院审议的附属单位预算，包括营业基金15个单位、非营业特种基金106个单位，有关各项预算案的编列情形，由朱主计长再做详细的报告。税入部分，由财政部许部长报告。各位委员宣敬，我国目前正面临经济成长动能趋缓以及少子女化、高龄化等社会结构面的挑战。政府会倾全力推动台湾的经济转型，并且以新的治理模式加速台湾未来的发展。期盼各位委员给予全力的支持，通过总预算案。以上报告敬请指教，并祝各位委员健康快乐。谢谢。好，谢谢林院长的报告。继续请主计总处朱主计长报告。朱院长、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编制情况及主要重点，林院长已经做了说明。现在仅就筹编经过及主要内容做进一步的报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筹编经过。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筹编，行政院在今年4月下旬核定中央各主管机关106年度税出概算额度，并检讨调减至少10%的旧有经费。新政府于今年5月20日上任以后，请各机关落实总统政见及新政府创新就业分配施政理念。各主管机关于6月中旬检讨修正概算报怨以后，经过审慎筹划及审查，编成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便在预算法规期限内，在8月31日送请大院审议。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内容要点：第一，税入税出差短及融资调度情形，税入编列1兆8457亿，较105年度增加233亿，约增1.3%；税出编列1兆9980亿。较105年度增加220亿元，增加1.1%。以上税入税出相抵差短为1523亿，连同债务还本740亿，融资调度裁员2263亿。税入的编列情形，等一下请那个许部长报告。第三，税出正识别编列情形，106年度税出编列1兆9980亿元，社会福利支出编列4773亿元，最高占23.9%；教科文支出编列4154亿元，占20.8%；国防支出编列3102亿元，占15.5%；经济发展支出编列2678亿元。如以税出增列221元分析，其中教科文支出增加275亿元，主要是教育经费编列管理法第3条法定下限23%的规定，增列教育经费180亿元。另外一个国库增拨扩发基金70亿元，社会福利支出增加167亿元，主要是增列长照10年计划2.0及补充长照服务基金76亿元。另外补助劳工参加劳工保险及就业保险经费55亿元，
政府应负担健保费法定下限42亿元，债务支出减列109亿元，主要是债息减少；退休抚恤支出减列67亿元，主要是以前年度退出役官兵优存利息补贴基欠款已全数摊还完毕。第四，税出机关别编列，税出的1兆9980亿元，当国防部主管编列3217亿元，交易部主管编列2433亿元，卫生福利部主管编列2104亿元，财政部主管编列1848亿元。那第三，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附属单位预算内容要点：一、营业基金预算部分，附属单位预算共有15个，加计分预算9个单位，合计24个单位，营业总收入是2兆5492亿元，营业总支出2兆3332亿元，收支付抵以后，税后净利2160亿元，缴库盈余是198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是1896亿元。哦，非营业特种基金预算部分，非营业特种基金附属单位预算共有106个单位，加计分预算102个单位，合计有208个单位，营业总收入是2兆6102亿元，业务总支出2兆5751亿元，收支付抵以后，剩余351亿元，结缴国库4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61亿元。四、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综合分析：第一，依法编列预算，兼顾财政稳健与经济发展。106年度总预算经常收支剩余1200亿元，符合预算法第23条有关经常收支应保持平衡的规定。债务还本编列741亿元，符合公共债务法第12条有关至少应以当年度税扣收入5%编列之规定。自举借债务编列2263亿元，占税出预算的11.3%，较105年度减少0.2%，亦符合公共债务法对举债额度15%的上限规范。另预估至106年度为止，中央政府累计债务未偿余额是5兆6171亿元，占前3年度名目国内生产毛额的平均数是33.9%，较105年度减少0.2%，仍在公共债务法规定之46.6%的范围内，且其增幅2.79%，意味超过前3年度名目 GDP 平均成长率3.68%。为因应国内外经济情势的需要，政府适度扩增税出规模，优先应用于公共建设、创新产业、教育及长期照护等施政重点，以其在兼顾财政健全下，积极达成产业转型以及这个完善社会照顾等施政目标。第二个，配合施政重点，投资配置有限资源。106年度总预算本遵节的原则，慎密检讨规划后，对于当前各项施政重点以优先编列，其中加速产业体制升级，创新驱动新经济。106年度创新产业计划编列462亿元，提升公共建设品质，区域均衡新活力。106年度总预算编列公共建设计划1869亿元。如果加具流域综合治理计划，106年度的规模可达2026亿元。中央政府教育经费编列2853亿元，较105年度增加180亿元。另外一个，加速科技创新，创造产业附加价值。106年度科技发展计划编列1062亿元，连同国防科技经费77亿元，
营业与非营业特种基金编列的研发支出194亿元，合计一共有1333亿元，较105年度相同的基础增加55亿元，增加的幅度是4.2%。另外一个为厚植文化内涵、多元族群新平等，106年度文化支出编列314亿元，较105年度增加26亿元。原住民委员会预算编列78.2亿元，较105年度增加2.9%。客家委员会预算编列28.1亿元，约增加10.2%。扩大社区照顾，提升长照品质。106年度长照服务的经费编列138亿元，连同非营业特种基金编列65亿元，合计共有178亿元。另外一个为强化食安管理，维护民众健康，106年度食安经费编列36.5亿元，连同非营业基金编列3亿元，合计有39.5亿元，较105年度增加7.2亿元，约增加22.4%。五结余，以上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系在兼顾经济发展与财政稳健的原则下，配合政府当前施政重点，审慎安排编成，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鼎力支持，谢谢。好。谢谢朱主计长的报告，现在请财政部许部长报告。苏院长，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为了支应各项政务推动，本部积极筹措预算裁员。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入编列1.8457兆元，较105年度预算数增加233亿元，成长1.3%。主要来源包括税收收入、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财产收入及规费、花费款及其他收入，仅分项说明如下。税收收入编列1.4593兆元，较105年度预算增加193亿元，成长1.3%。仅就内地税及关税编列情形说明如下：内地税编列1.3440兆元，较105年度预算数增加183亿元，成长1.4%。主要是参酌各税目的特性、近年实征情形、经济形势、税制调整及相关配套措施可能影响等，逐项推估核列。关税编列1153亿元，较105年度预算数增加10亿元，成长0.9%。系按105年度关税收入预估争取情形，考量经济形势，并配合执行降税承诺可能税收损失等影响估列。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包括了营业基金盈余缴库、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及投资收益三项。编列2240亿元，较105年度预算数减少143亿元，负成长6%。其中，营业基金盈余缴库减少34亿元，非营业特种基金剩余缴库减少115亿元，投资收益增加3亿元。财产收入编列了573亿元，较105年度预算数增加54亿元，成长10.5%。规费、花费款及其他收入编列1050亿元，较105年度预算数增加129亿元，成长13.9%。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编列1.9980亿元，以税入1.8457亿元支应后呢，税入税出差短1523亿元，加计债务还本740亿元，融资需求2263亿元，全数与举借债务弥平。收入编列分析的部分呢，我们税入规模1.8457亿元，较105年度增加230亿元，成长1.3%，满足政府公共建设、创新产业、教育、食安及长期照顾服务等施政需求。
在税入结构部分呢，税扣收入为税入的主要财源。106年度税扣收入占税入的比率的预估79.1%，较105年度增加0.1%，有利于各项施政稳定的推动。106年度非税扣收入编列的3864亿元，较105年度增加40亿元，成长1%。106年度非扣收入占税入比率呢为20.9%。有关债务分析部分呢，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融资需求2263亿元，举借债务占税出比例11.3%，符合公共债务法债务流量15%的上限规定。105年底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5兆4647亿元，加计上开债务举借数2263亿元，扣除债务还本数740亿元，预估106年底债务未偿余额5兆6170亿元，占前3年度名目国内生产毛额 GDP 平均数的33.9%，符合公共债务法债务存量40.6%的上限规定。债务成长率2.8%，低于前3年度名目 GDP 平均成长率3.7%，符合行政院施政方针揭示的每年度债务成长率不高于过去3年 GDP 年平均成长率的原则。结语，配合政府创新就业分配的施政理念呢，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规模适度扩增，本部在符合预算法及公共债务法的规定前提下，尽力筹措所需的裁员。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连同特别预算次次占 GDP 的比率呢为0.9%，低于欧盟马斯垂扣条约所定的3%的标准。为了强化财政纪律，未来本部将会同各部会梗续推行各项开源节流措施，并落实债务管理，以厚实财政能量奠定财政永续基础。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指教，鼎力支持，谢谢。好，谢谢许部长的报告。现在进行委员质询，每位委员询答时间为15分钟，轮到质询委员如不在场，视为弃权。第一位，请李委员冯军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主席，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林委员好。院长好。今天我们是针对预算的部分哦。其实我们在税入税出，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包括在家庭如何在掌控家庭的财务也好，包括企业也好，我们的基本精神就是收入跟支出平衡，这是最高的基本原则。是的，这是长期的原则，对不对？那现在哦，我们也特别是针对预算法第23条，其实也有明定的规定，就是政府经常支出应要保持它该有的平衡，这在预算法也非常的明定的规定。可是它没有法则，它没有法则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央政府其实长期以来的举债啊，现在已经举债的已经高达5兆。那我们用明年的这个税出税入的这样子的话，也可以短错，哦，将近1500多亿。那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从民国89年开始到现在，我们的举债是这样大幅的上升。那民国89年为什么从民国89年开始举债大幅的上升？这个是因为当时那个精审政策是实施之后呢，省政府有一笔那个有些债务会跟中央政府合并。省政府的合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要点，就是说，其实921赈灾也造成那个这个选举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在政党不管几次的，这一次是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在选举跟政党的轮替里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在预算上面，如果你要把它达到收支平衡的话，其实在税出的部分其实就短错了将近要2000亿，是不是这样？那在钱的花费上面就会有一定它的难度在。
那如何去建构出让它的举债？因为我们现在的举债上限是多少？40.6%嘛。是的。那我们现在将近已经快34%了。那所以我们现在仅有的空间是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在预算的编列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如何来量入为出？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政府必须要去审慎要去看的问题嘛，是不是？嗯，是的。那另外一个，其实用税入来看哦，我们现在的所得税，从税入里面的所得税将近是8173亿，这个大概达到44.3%。那其他的课税，就是包括所谓的营业税、货物税、关税，全部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将近79%。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税入的一个税收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亚洲地区哦，像以个人的所得税来讲，个人所得税我们中华民国大概是5%-45%，这个是居于非常高的，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的话，我们是属于高个人所得税高抽的部分。好，那这个为什么别的国家里面他们在个人的部分，他们为什么不需要拉到那么高啊？我们为什么要拉到那么高？那相对的，在企业，我们现在是多少？17%。是的。那我们的17%，那你有几个逻辑是在讲哦？院长，你知道现在我们多少有钱人，为了要逃避这些的问题，他特别是税的问题，他变换自己的国籍，然后大幅的出走，这个我想是事实。特别是最近这一阵子，成为新加坡籍的有多少？而且都是非常大的企业的人。那为什么他们要去？变成了外国人再回到台湾，然后还是继续的赚钱，为的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税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要去看到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有钱人他们要去变成别人的国籍，甚至于自己不变，用太太变，再用赠与的？那这个方式其实都可以看得到问题。然后你企业，我们把它降到17%，那企业降到17%，企业有没有赚钱？那如果企业有赚钱，外资为什么不进来？外商为什么不进来？然后如果企业有赚钱，那为什么把员工没有得到该有的福利？我想这个在我们的税制的一个改革里面，包括我们来如何来定调的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核心的问题，其实应该是在这个方面，是不是院长？这是你的专业吧？嗯，是这个部分，我们国家目前的所得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跟企业的税率之间的差距过大，确实是一个目前所得税一个必须要重视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未来在所得税通盘检讨的时候呢，一起来纳入考虑。这个哦，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就是赚钱本来就是应该要缴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有些都是企业的话，是用公司上的上面，所以现在你说17%，还有前一阵子我也看到的，就是说，那我把我个人的投资，我成立境外，然后用这种境外的方式，然后来降低境外现在是多少？20%吧，是不是？就是对，就是那个外资的话，对不对？啊，可是他的外资真正的假外资，大部分都是假外资嘛。那实质上，这个也都是我们看到的面对的问题嘛。啊，结果我们的一些一般的单纯的老百姓，就这样蒙蒙傻傻的，就是我们该缴的还是45%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有设定这个地板跟天花板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在，可是这还是它本身它该有的，我们必须要去注重的问题嘛，是不是这样？是的。哦，那接着哦，我们来看这个收支平衡哦，预算的排挤的部分哦，我们看到这个税出经常门的税出哦，到1996年到现在将近成长了31%。那这里面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数字，就是说，在社会福利里面哦，社会福利里面我们这十年高达了成长了将近快60%，跟我们的这个经常门的这个税出的预算的成长的31%是大幅的增加。那这个里面哦，反映出了几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任何一个政党来执政的时候，在社福里面我们就会大幅的挹注那个钱进去。啊，并不是说社会福利我们不把钱摆进去，或者是大幅的增加是坏事还是好事，不是这种问题，而是说你今天社福，我现在成长，我们现在将近成长到4773亿，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那成长了将近快60%的情况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百姓还没有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福利会好？院长，你懂我的意思吧？等于是我们钱有在成长，可是百姓没有直接感受到，那问题会出在哪里？我想应该是有多个原因了啊。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跟所得分配恶化有关嘛，啊，那么它的需要也会增加嘛。再一个当然是要去检讨我们的整个社会福利支出结构内容啊，是不是有做一个适当的资源的配比。所以还是在我们那个税出税入里面，社会福利的增加的部分，我们是如何，既然增加这么多，是如何让人民有感，这个才是重点嘛，是不是？而不是说只是一个钱的增加，结果这个钱真正有没有去花到让百姓有感的部分嘛？应该是这样子吧，院长。是的。那另外哦，我们在编列预算，照理来讲是应该就是任何的话，任何我们从都是应该从零嘛，哦，都是从零基开始嘛。可是我看我们在编列预算哦，其实几乎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预算跟现在预算，我们年度的预算做调整，或者是今年的、去年的、前年的都做调整，多调整，用那个基准在做调整，而不是说从零开始嘛。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很多的盲点出来。照理来讲，我们是一年我们究竟要花多少钱，我们要赚多少钱，应该是从零算起，而不是说用该有的去年的基本架构从这里来做调整，这个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嘛。我打个比方，像南向政策，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就该加强推动的项目，然后预算没有编列进去，然后不会拿既有的预算来留用，然后不会拿不相关的计划充当它的那个编列数，然后不会只有编列数，然后没有详细的工作计划。这一次我们看到南向计划就是有这四大的问题。那这四大问题，这个四大问题，其实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南向政策，我们有没有去检讨三次的失败的原因，然后从这里再来回归到我们的预算的编列。那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从零预算从零基的它的基本的精神。啊，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预算很庞大，那到底是怎么部会的整合，然后或者是说只是当从以前的预算里面做所谓的调整跟修正而已，那并没有所谓的从所谓的零基开始，是不是这样？跟立院报告，其实这个零基预算的实施啊，诚如您刚所说，就是应该要一切归零，重新再检讨排列优先顺序嘛。不过在归零的过程中间呢，有一部分是不能归零的，就是法定支出了啊，因为这个是依法必须要花的。可是我们国家因为法定支出的比例非常高，占整个总预算将近70%左右，70多嘛，所以这个是造成我们整个预算的结构啊，这个很难调整的原因。不过在这个之外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试着去做几种零基预算的做法，那么包含就是我们会先让各部会，不管是有关的这个费用或一些标准的，我们把它通通的把它减低下来，统删之后呢，再说要重新检讨，那这个多少就有点归零的意思在里面啊。不过当然还有一些是因为是计划，因为有持续性的计划，它已经做了一半的部分呢。那么它如果做这个停下来之后呢，那这个是不见得是持续性的。当然，你讲的这个我都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从这一次我们看到，因为这是蔡总统最大的一个政策之一嘛，南向嘛。可是从他的预算编列上面来讲，就看到他没有归零的方向在。不会，零预算其实我们也是在照这个原则上处理，只是说零基预算其实里面其实很多有关像这个南向政策里面啊，其实我们是有些主要是因为我们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就我们要去检讨过去做法跟现在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希望这次南向政策谈南向政策是希望从强调人的交流，以及能强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稳固。简单讲，其实就是从前面三次的失败里面找出他的教训出来。是的，对对对。哦，特别是在保障协议里面嘛，投资保障协议嘛。对。我们不管，我常常在像说，因为这南部南向的这些国家排华，他们是固定时间会来的。
它大概平均五年就会来一次排华。那你像说，我们跟越南有签投资保障协议，我们有跟他签吗？有，有签吗？我们需要强化内容。排华的时候，我们五百多家厂商，那就是要看我们之间的协议是不是内容够强化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他的以前的失败的方向，如何去找出他该有的经验，这才是我们当前之急嘛。是的，是不是？是的，所以我们不会盲目的鼓励台商去南向，而没有政策策略和目标。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处理。好，另外哦，我再举两个杀鸡取卵的例子哦，因为时间非常短，十五分钟而已哦。我们现在国有土地哦，我们的国有财产署税入哦，能够帮国家这一次看到的哦，251亿，然后光租金跟地上权占了将近70亿。那我们看到近年的国有土地参与都市更新的大概有747件，那总价大概194亿。那都更以后呢，会变成344亿，账目上很好看。可是你去看它哦，我们现在都更又分回来的房子啊，有70%是闲置的，所以账目上我们好像有赚了很多钱回来了。可是那些房子呢是闲置在那边，光房子闲置在那边有70%，那这一些光它的缴它的水电费，我们就要花了将近1000万。啊，账目上是好看，啊，实质上没有去该有的受惠，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中华电信。这个从民国89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对他的市股。我们看到中华电信现在前后释出了63亿多股哦，收入当看的数字很好看，3000多亿。如果我们当初如果不卖股的话，用他的账面的价格，我们现在高达7000多亿，然后等于说16年来的股利所得可以多到6500多亿。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之外，我们从公债的，我们从他的利息来讲也好，更不要说他1%怎么样，我们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将近可以他的利率超过他的投资报酬率将近叫4%。然后我们再来看交通部今年又要编列，又要售1亿多股，然后顶多是120亿，可是今年中华电信的单价股利贡献国库有130几亿。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明明可以赚钱的这样子的经济母，为什么要 一步一步的把它释出去。或许你们可以讲说，啊，我们没有啦，我们是用别的基金，左手换右手把它 做一个炒作而已，那有必要这样做吗？那更何况，你别的基金现在也面临破产的问题啊，是不是院长？跟刘员报告，就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当然对这个出售这个政府的这个财产，特别是股票这部分，我们还是会审慎处理。那么。谢谢李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黄委员国昌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是不是麻烦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黄委员好。林院长您好，在您第一次施政报告的时候，我在质询的事项曾经秀过以下这几张图卡给院长看过，那包括每年国债不断的攀升，那我们这边看的只有国债了。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负债，还有潜藏性的国债，我相信院长可以同意啊。
我们的国人现在负担非常非常的重，那这都是我们下一代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想第一件事情，我想先肯定院长，您有做到您做的承诺，也就是说，今年您的负债不会超过过去的比例。那以实际的绝对数来看，今年税入税出加上债务偿还，大概差别了2263亿元，那比去年是有进步，进步了3亿元。那虽然进步的幅度很小，我在这边还是要给院长肯定。那我相信啊，关心台湾过去这10年整体国家财务支出状况的人都可以同意啊，也就是我们目前的整个法定预算已经呈现了僵化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税入没有大幅调整的情况下，因为法定的支出占了70%以上，所以新的政府它大概只有30%的部分可以拿来做它整个施政计划的推动，那再加上有很多建设可能是延续性的，所以事实上可以挪用的空间啊非常非常小。任何了解这个结构的人，我相信都可以同意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进行大幅度、根本性的财政改革的话，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不管是哪一个人当行政院长，他会面临到的困难都相当相当的多。那这也正是啊这个样子啊，所以在今年施政总质询的时候，我请教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就对于大的财政改革，乃至于到小的租税改革，您是不是有什么具有前瞻性啊、有魄力的做法？那当然提到啊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看了在行政院啊今年送出来的优先法案里面，当然就税改的部分，你们大概提的就有关于在境外 PEM 的制度也好，那 CFC 的制度也好，都有做一些相对啊的微调，这个的确啊是有进步。但是我还是要再跟院长报告的事情是说，你们今年大概施政的推动，包括预算都已经编完了，大概很难做什么根本性啊的结构。但是我一直期待啊，台湾能够有一个有远见啊的领导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他能够针对台湾整体的财政，还有整个税改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这样子啊，年复一年，年复一年啊下去，台湾的年轻人真的会看不到未来。当然有很多具体啊的法案啊，包括遗赠税的科予，现在目前财政部似乎还没有定调，我的了解是还在研议当中。当然时代力量党团已经把我们的法案送到立法院啊来审议，那我也能期待啊院长您明年在进行整个施政计划的时候，能够把大幅度整体结构性财政的改革跟税改放在您啊的蓝图当中，就是这件事情啊做的绝对不是只有政治人物啊短期民调比较高或者是比较低，这个是可以流芳万世啊真正造福台湾下一代重要啊的改革。那因为时间啊的关系，我想就大图像的部分，我只跟院长分享我的看法，那也期许院长能够有更高的改革的决心啊，进一步啊去推动改革。那接下来的问题啊就会非常啊的具体啊，在您今天的报告当中啊，你们说是遵节原则嘛，那希望都能够把钱放在刀口上。今年台电又编了8.5亿的核四封存预算，请问院长知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有去编，实际金额是不是8500亿元？抱歉，我没有特别注意，但我知道比去年少，而且是有。院长，您知不知道我们今年临时会的时候已经通过了决议，不仅是删除今年的5亿，而且要求他们明年不可以再编封存预算。我们这个部分不叫，应该不是分，叫做封存了，就基本上说呢，我们会把它处理掉。叫做维护管理费嘛，
那现在是回避立法院的决议，只要换了一个名词就好了吗？不是的，它的内容其实和整个政策方向也是有所不同的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希望能够就合适现在有一部分做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处理现在的处理要花8亿5千万来做维护管理吗？就是如果说这些设备啊，如果还有将来有出售或者是退还给别人的话呢，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维持它的可用性，所以是在这个原因情况下我们才你说要维持它的可用性，请问这不是封存，这是什么？不是，意思也就是说我要把它处分掉，但是不能把它这个设备坏掉，坏掉之后也许它处分就没有价值了。所以现在编的8.5亿目标是未来要把它卖掉，而不是要继续使用。对，不会把不会有使用，不会使用。对，我想这个预算哦，朝野各个党团在今年临时会的时候大家是很清楚的通过决议，今年不能再编。如果8亿5千万台电的名义是所谓的维护管理，不是封存的话，那我希望台电把具体的细目交代清楚。要我们省预算，你没有办法说编了8亿5千亿这么高的金额，然后告诉大家说这个只是要维护管理所用，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接受。那特别是如果要换了一个名义来回避立法院的决议，如果行政部门可以这样子做的话，那我相信在我们的宪政秩序下面，行政立法彼此之间的监督制衡关系啊，破坏到荡然无存。我那时候看到这笔预算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以为是院长被蒙蔽了，是台电他们换了另外一个名义去编。我们是他这个详细金额当然是可以接受，这个在立法院审议的时候来严格来检讨啊。不过我们的政策方向就是跟台电讲，就是说我们不会帮他封存继续使用，而是让他保留它的这个价值，是为了将来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处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在审议的时候，院长可不可以承诺，您会责成经济部跟台电，把所谓的维护管理8.5亿到底花到哪里去，把细目列出来？好的，好的，我们会让台电去。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好。第二个具体的问题啊，是今年军公教年终慰问金。那我相信啊，院长之前长期在民进党的智库待过，知道民进党对于这个议题长期以来基本的政策立场就是反对没有法源依据的年终慰问金。院长，请教您今年打算继续发军公教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法源依据是什么？这个部分年终慰问金我知道，在立法院过去院长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时间不多了，现在我只先请教您，今年发年终慰问金的法源依据是什么？我刚刚讲的意思也就是，其实立法院有个协商的结论，意思也是要叫他继续嘛，只是说金额大小好像有个考量嘛。立法院协商的结论，这应该是2年以前的事情嘛，那个时候定为20000元嘛。那个时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是多数，民主进步党是少数。那因此做了这样子的妥协，把它调到20000元的时候，我相信社会大众可以接受。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发放年终慰问金的法源依据是什么？好，这个部分我们是请人行政局人总局那个司总局长来说明好吗？好，跟委员报告，这个我想是立法院做一个决议，那要求行政定了一个发放办法，那行政也根据那个发放办法送给立法院这个审议过。来，我念一段给你听哦。原来是25000元，后来来，先等一下。年终慰问金是过去党国不分的思维下，为了照顾特殊族群的做法。今天民进党党团没有要在这边污名化公务人员，我们只是希望国家的资源分配，尤其是在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够有共同的思维。国家重大支出一定要以国家财政为基础，有关人民权利义务的事项一定要以法律定之。有关年终慰问金的发放一定要有法源的依据。我现在在念的这段文字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是当初在讨论的时候民主进步党党团的看法。我现在具体的问啊，针对年终慰问金的这一件事情，没有法律的依据，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命令的依据，过去民进党不断的在批评，用一个发放的办法就来回避司法性的问题，这样子的政策立场是不是到林权院长新的政府已经改变了？如果是，勇敢的说是。
如果不是的话，请告诉我你的法律或者是法律明确授权的行政命令的依据在哪里？跟委员报告，我想委员指教了这个，我想是未来我们应该 要走了一个方向、哦、目前只是为什么要等未来？我们根据我想为什么要等未来？哦、跟委员报告，因为新的政府、新的政府对于法律保留原则，对于过去自己年终慰问金所采取的政策立场，全部都丢到垃圾桶了吗？我想跟委员报告，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先还是维持原来有一个发放办法，先根据发放办法做今年的一个处理，说你今年没有调整。好，我现在未来会做。先不跟你讲法院的事情啊，所有过去的政策立场跟发言，立法院的公报历历在目，全台湾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己去检验。我第二个请教的问题，你如果是依照过去的发放办法，请问你发放的基准是什么？跟委员报告，25000元，对不对？对，是25000元。你知不知道过去25000元的这个基准，民主进步党是怎么批判的？上一个行政院长从20000元自己偷偷调整成25000元，就在同样这个地方。你知不知道民主进步党那时候的提案是什么？要求，如果要妥协，按照之前的结论是20000元。结果你们今年继续的沿用旧的政府被批判的政策，用25000元当作基准。来，我请教你，知不知道目前台湾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的基准是多少？每个月收入多少钱？跟我们报告，大概快20000块左右。我跟您报告哈，低收入户的基准，台湾省就是之前旧的啦，讲各个县市，11400。中低收入户17000，台北市高一点15000，中低收入户到21000，低收入户是15000。请问你这25000的基准是怎么定出来的？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主要是参考这个台北市的一个基准。台北市的基准也是21000啊。没有错，就是说我们有考虑到过去是25000，然后过去还里面那个发改办法里面还有一些，除了考虑这个中低收入户完以外，还有考虑一些其他一些。现在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合法性的问题我刚刚已经问过了啦。第二个，我现在在讲正当性的问题了。你如果可以用这样子的基准来测试的话，来，我们来看看你对于中低收入户直接相关的预算，我大概把预算书全部都加完了。跟去年比起来，幅度减少了将近5%。你们觉得新的政府所标举就业创新，这我100%支持，时代力量也全力支持林权院长在这个方向的推动。你们还提到了三大施政的理念，有一个东西叫做分配，真的有照顾到分配正义吗？这个黄委员这样子啊，就是我想我们这个政策啊，我们会因为很多需要去检讨的东西很多啊，所以我们这个先是沿一下旧制嘛啊，到立法院的时候我们再来协商。那么我们会因为还有一些包含像这个三级问题。院长，我哈、哦、跟您分享我一个看法哈、哦，今年1月的时候，这么多的人民用选票支持了小英总统，就是希望推动改革。当大家在谈改革的时候，过去这么长的时间所坚持的理想跟价值，希望在新政府展现到新的作为。如果今天行政部门推出来的是跟过去旧政府一样，没有法源依据没有关系，25000元我照编，那我要请教的事情是说，所展现出来的价值，新的价值是什么？你要怎么样面对过去执政党在野的时候他们所提出来的政策立场？这不是说行政院先按照以前这样子的编，那立法院要删，再交由立法院来处理。这个是新的政府、新的执政团队，你们要呈现什么样子的面貌，展现什么样子的价值给人民呢、啊？谢谢黄委员指教。我想，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在我们这个今年预算之后啊，我们明年之后我们再来检讨。那么，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因为改革的项目非常的多啊，我们也不是完全都没有去改变，只是说是像我讲三阶问卷，我们也在检讨，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也在检讨。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所有的改革也不可能一次到位嘛？
好，谢谢黄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卢委员秀院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我请院长。林院长，卢委员好。院长辛苦了，院长，台风还没有来，菜价先涨。其实，在今年的6月20号，你一上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质询过，就说那时候的蔬果价格创历史的新高，核心物价。那么非常的高，所以我那时候台风都还没来，所以我已经提醒政府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有所作为。可惜到了现在为止，我们的这个蔬果价格还是居高不下，尤其这两天还涨得不像话。我知道农委会给我的解释是说，因为莫兰地来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莫兰地重创的是屏东跟台东，其实主要的蔬菜生产区云嘉南是没有影响的，可是你看云嘉南蔬菜生产区，这个没有受到影响。台风现在梅季也还没来，可是你看这两天物价菜价哄抬到什么程度？我想你已经看到媒体报道了哈，一个高丽菜小的100多块，大的200块，一把蔬菜一小把60-70块。那么很多的家庭主妇担心说，搞不好这两天要破百。所以不只是婆婆妈妈不开心，煮不下去，买不下去，我们的一般小老百姓他要去自助餐也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政府的这个平抑物价的作为啊，到底是什么呢？我已经提醒过了，为什么还做不好？好，是不是我们请那个农委会陈副主委来说明一下，谢谢。好，跟委员报告，其实今天的菜价尤其是高丽菜会上涨，主要就是预期心理。这预期心理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所谓的末端的贩运商，另外一个就是消费者。那因为不好意思，今天是休市，以昨天的成交量来讲，比前天还多了200多公吨。以台北市的部分，那量供应量增加，理论上价格应该下跌，可是价格还是应声上涨了5%。所以这个就是预期心理。所以农委会这边呢，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有，其实我们目前。我想也要趁这时候跟全国所有的消费者报告，我们农委会自己跟所有的厂商，我们总共有5000公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库存量。那台北市一天大概有1000多公吨。对不起，我打断你，有些院长，您听到这个刚才陈副主委讲预期心理，预期心理政府要有作为啊。这个预期心理不是消费者他自己本身去哄抬他，因为菜价的控制是有一部分人在做。所以这些预期心理是谁产生？谁来哄抬物价？谁来哄抬菜价？政府要有所作为啊！如果这个事情政府连有人在哄抬都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我觉得那实在是太无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对于平抑物价预期心理都不能够有所处理的话，那什么时候物价能菜价能够回稳呢？我6月20号质询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说台风不来，物价就会回来，大概7-8月中秋节前可以。中秋节到整个节都是在一个高菜价的情况之下，现在台风来了更涨，那请问到底什么时候？我昨天看到一个媒体报道说，连辣椒啊，现在都买不到新鲜辣椒，都要到过年才可以供货。请问陈副主委，有那么悲惨吗？我们的菜价要到过年才能平抑吗？跟委员报告，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7月的尼伯特跟我们，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平抑物价？你们的工条也给你们预算，跟委员报告也给你们机制，其实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平抑菜价？物价是每天在波动，3天前的平均物价，以高丽菜来讲，在批发市场它才25块。昨天就跑到35块，所以它的物价是那为什么在终端1-2百块？为什么？所以回应委员怎么去找所谓的物价有没有被哄抬跟垄断？其实就我们农产运销的概念很简单，从台北市的批发市场
如果它成交价以高丽菜来讲是一公斤40块，那考虑到运输成本跟包装费用，如果这个都是固定的，如果在这时候它炒到200块，那很明显就是有风台的。怎么抓住菜虫？怎么样打菜虫嘛？怎么样打那些哄抬的人嘛？所以跟委员报告，你讲前面讲那么多干什么呢？我们就从台北市的批发市场的所谓的拍卖，到所谓的台北市的贩运商，我们有已经有具体的去计算它的所谓的margin。陈副主委，如果啊，你们不能够平抑菜价，不能够对于哄抬物价的人有所制裁的话，哈，你们可以下台了啊，可以下台。第二个，我想请那接下来我请教一下一个预跟这个预算有关系。今年呢，这个因为两三个台风到屏东到台东去，所以有关于灾害损补的这个基金10.86亿已经花完了，你们农委会自己钱花完了。现在灾损的上一像两个台风哦，还不足数50亿元，50亿元。可是呢，我们的第二预备金啊。前后我们今年编的第二预备金是74亿元，前后两个总统出访花了50几亿，剩刚我今天问一下这个主计长，主计长告诉我现在第二预备金剩20几亿，所以院长，如果你前两个台风还有50几亿，这些农民欠他们的钱呢、啊，都还没有着落，你现在的第二预备金存底在归业，那今年要怎么办？现在还有煤机要来呢。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主席长说明好吗？所以别让农民不开心。农民说我还有一个行政怠惰，有关于莫兰地的灾损、啊、到现在为止钱都还没下去啊。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是农损的话，农业损害的话，这个地方它有灾害准备金，它灾害准备金它是按照规定是要按照税出编列1%，如果它的1%不够的话，农委会它有会有一个农损的钱去经费去补助。就是用完了嘛，10.86亿元用完了嘛。对啊，可是所以现在找你要预备金，可是你预备金是20几亿，现在前两个台风还欠50亿。农委会如果这是你们农委会给我的资料，可以跟那个中央的。第二预备金可以申请，如果是农损的话，谢谢。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前后两个总统国会外交，那这个有关于外交已经花了50几亿啊？所以你剩20几亿。这个没有跟这二倍金有关，我没有，我这个应该没有这回事。你可以证实一下吗？那个跟二倍金无关，因为国防外交他的那个经费是他既有的经费。这个我想，卢委员，您关心这个事情啊、哦，我在这边跟您保证，不会因为有任何预算的问题而让农业损失的补助会受到影响，好不好？所以之前的这个差50几亿一定会到位，不要让农民不放心。这救助部分不会有任何问题。好，跟委员报告，其实以尼伯特台风为例，台东我们第9天灾害发生完，第9天。卑南乡，我们的现金救助就直接到位，所以即使我们的预算不够，但是你们现在自己账上告诉我还不足50亿，这是你们今天给我的书面资料啊。农村再生的基金先来指引，所以绝对不会让农民因为灾害而现金救助拿不到，这一点农委会可以100%确定。而且您刚刚讲的那个元首出访也没有动支二倍金啊。好，接下来哈，没有这个事情，院长。这个礼拜三就是928哈，虽然上个礼拜行政院开了个记者会，想要平息舆论，可是呢，这个所有民众还是很不高兴，而且觉得政府越讲越糟。你们说孔教师928不是教师节，是孔子诞辰哈，所以呢，劳工放假，老师不放。那请问，孔子是劳工，不是老师，是不是？所以。928不是教师节，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所以劳工放假，老师不放，所以孔子是劳工，不是老师。这个部分是不是你不听懂你们行政院记者会的内容啊？没关系，我跟你讲，我时间有限，我只告诉你，这个放放假跟那个名称没有关系的。网络语言说啊，很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很生气的事情要讲三遍。928是史上最乱的放假。928是史上最乱的放假，不会了，928是史上最乱的放假，比照五一劳动节做法就好了。好，告诉你，民众觉得对这个事情的生气，所以你有看到一个网络笑话，说如果政府连放假都无能，都放得乱七八糟的话，所以他们就派了个台风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两天网络的一个冷笑话，真的是很糟糕哈。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哈，
院长，您的这个任内很重大的一个政策就是长照，包括我们现在要加税都是为了长照。那长照最好是用于预防，不要说等长辈发生了问题或者需要的话再来用，最好是能够做休闲预防的工作。你要知道我们的溪头中部地区的民众啊，长辈很喜欢到溪头去，所以大部分到溪头去，现在的门票呢，对于老人优待票是一张是10块钱，一张十块钱，那一年去溪头的老人，尤其中部地区，我台中去的最多哈，一年50万人。那最近呢，溪头我们的这个台大呢，溪头园区发布的一个资料说，要把它涨到80块，涨8倍，10块钱涨到80块钱。所以呢，我们这个溪头游园园区呢，它的老人票涨8倍，长辈非常的不开心，而且我告诉你，只涨长辈，只涨老人票，其他都不涨。那么我们认为说，政府的长照啊，不是只有老人住到安养院医疗才用。如果今天每个老人花10块钱到溪头去爬山休闲一整天，一方面可以休闲健身，二方面也省得子女照顾，因为长辈白天就出去玩了。他看，那为什么你说10块钱80块，就你们来讲，这样70块多吗？多，为什么？第一个8倍，第二个因为这些长辈是天天去，他本来一个月只要花300块钱，10块钱30天300块钱，现在变成一个月要2400，还不包括他的交通，还不包括他的食或者是点心费用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我们认为这个账啊太修理老人，因为只账老人，如果你今天要账陆客我没意见，可是不应该拿老人当做攻击修理的目标。这个事情能不能有所转缓，因为它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跟陆委员特别说明，这个系，我想您讲这个系统门票应该是台大实验林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潘部长来说明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他有这样一个规定，好不好？好，潘部长。是，谢谢委员关心哈。我想对于台大森林管理处这部分，有预计在明年初啊，对于原来他们可能对老人家的这个票价是从10啊，他们可能从半。一半啦，就是说成人票的一半的这种想法，我想这部分确实在整个涨幅各方面，尤其是对于常态性会到园区去做健身这些常态的这部分，我想这部分是不是我再来跟台大这边呢，我们来做一个研处，希望能够也比较一个合适的这样的一个门票的一个处理的机制。好，这个部长，因为我们现在在审明年预算，因为这是从明年开始嘛，所以你一定要纠正以及提醒台大，因为他不但占老人的票，那让老人失去一个很重要休闲的方式，还有很重要就是说还从老人身上赚钱，因为他从10块涨到80块钱的话，预估啊一年可以赚3000多万啊，一年可以赚3000多万，那我觉得有必要吗？那所以今天这个台大这个事情啊，要尽快的导正，让我们这些长辈不开不要让长辈们哈成为被修理对象，这个刚好就违反我们长照。我们宁愿花小钱，花个几百万几千块，可能门票上优待，可是呢总比政府要花200亿400亿去做长照要好嘛。啊，那一年有60万的人次，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那最后一点哈，院长，因为6月18号我质询过你，政府是低薪的元凶哈。因为我上次总是询你的时候，有好几个学校很多机关，他的年轻人的薪水呢，做全职是给28000最低薪资。那你当时有承诺说要去改进，我知道潘部长也一再的交代各大专院校要努力的去做。可是这两天我的助理上网去看，东华大学要禁用一个行政助理，月薪28000最低工资。这个国家交响乐要用一个行政助理。最还是残障的28000元，另外台大的这个医学院要用一个全职工读生，工读生但是全职其实就是规避，也是28000元。所以呀，我有一张看板，这张看板是我上次总质询6月18号用的啊，就说政府啊每况愈下，不是22K 啊，现在变成20K。结果我没有想到3-4个月后总质询我又拿出来，我不希望我下会期再拿出来啊。那所以政府是
低薪的元凶。你每天的批评企业，拜托企业要涨价，说我们政府要努力，要抬高薪资。结果政府自己的求职网站，政府自己各机关所运用的，通通是28000块，这样怎么跟年轻人交代？怎么能够说我们要在提高薪资上，政府展现我们要努力的决心？陆委员，您上次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去了解，是不是让那个教育部潘部长来做个说明好吗？是，跟委员报告哈，委员在上个会期所提，包含我们有两所大学了，那这个教育部实质上了解后，这个两所学校他所征求的这个攻读生，其他一个前提是这是在职的学生啦，一般都是以夜间部的学生为前提。我现在问的是行政助理，不是在职生，不是攻读生，就是说 我这次提出的数据，对，委员，就是说我们所了解到的，他是学生身份的，所以他不是毕业的学生。最后几秒钟，潘部长，我知道你有要求很多大学要改进，包括国教是文化部的事情，可是他们阴奉阳违啊，各大专院校各个。好，谢谢卢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王委员龙章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麻烦我请林院长。林院长，王委员好。院长好，好。我想今天质询的重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财政如何能够永续，来确保我们代间的负担是公平的。其次，是怎么样子？然后借由租税的工具，我们可以来改善所得的分配，好，缩小我们在贫富上面的差距。我想这是本席今天质询的两个主要的重点。好，那我想首先就是就第一个部分，国家的财政能够永续，然后代间的负担能够公平。好，我想在今天的报告里面，那特别是在目前的统计里面，我们到今年的9月16号为止，好，我们中央政府债务未偿余额一年以上的债务达到就是5兆3200多亿，然后短期的债务好在1400多亿，那合计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一共有5兆4000多亿的国家债务负担。那平均每一个人大概是在23.3万，当然这样子的数字不包含我们在不包含我们的所谓的潜藏债务的这个部分。那政府现在也很努力在年金的这一个部分，希望做调整跟改善。那如果能够收到相当的成效，我们在未来还没有发生，但是可能发生的潜藏债务当然会会降低，但是目前已经存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现况。我们看下一张。好，那在整个的债券的这个部分，我们按照106年度中央政府所编列的总预算，在总量的情况里面，好，在总量跟流量里面，我们当然都符合目前的标准，就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就说通通都符合相关法令的，就说规定，我们在总量的部分占前3年度 GDP 平均数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到33.9%，没有超过40.6%。那另外在流量的这个部分，占税出预算的11.3%，也没有超过法定的15%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但是我想要请问院长，这个预算编得辛不辛苦？当然，如果要让这个预算维持一个债务占 GDP 比例或碳税税收预算比例不成长，当然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不过，我想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啊。刘院长，我们现在在整个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法律义务的支出占比多少？
大约百分之不到百分之七十了，接近百分之七十，对，大概68.9%、69%左右。所以，事实上我们觉得这是法定义务的支出，所以就是说在政府可以有空间，好，就是说推动我们相关的发展，无论就是说在经济建设，在我们的福利服务的工作，在我们的教育，在我们的国防等等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很难有余裕了，是不是？嗯，是的，就是我们不可能有太大的这个增加那这些有关这些就是新的这个政策，必须要从既有的那个剩下来30%的这个预算里面去想办法去把它压缩，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就有的计划能够去检讨，然后把它这个同样的事情用更少钱做到，然后把增加挤出来钱再来做新增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在节流的部分，对不对？就是我们尽量的对于现在的支出能够做检讨，然后能够做改善。如果没有节流能力，就没有能力增加支出，那没有增加新的计划。好，节流的话，我们当然努力，那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工作。但是开源的这个部分，请问院长有什么样子的规划跟计划？开源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困难是在于，就是如果我们这直接透过税收来增加收入的话啊，那这个部分对经济来说是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希望经济改善，税收自然成长。所以未来的税制改革是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呢、啊？第一个是希望能够做到这个租税的公平性，第二个就是希望租税的改变呢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让整个经济成长动能能够提高。那么经济成长动能增加之后，税收成长自然成长，这是最好的结果。好，院长，我们看一下哈，下一张。在过去8年呢、啊，好，我们因为大量的减税，好，跟就是说支出的增加，包括发消费券。我们在8年里面，政府的举债增加1兆7000亿，好，这是在历史上在这一段时间举债最高的一段时间。那在这里面的话，过去的政府然后也不是没有感觉，好，在103年里面就是说推动实施，推动财政健全方案，好，那我想在这里面的话，它主要的内容包括控制债务规模、调整支出的结构。然后多元筹措裁员了、啊，好，院长觉得就是说这个成效如何？你说财政健全方案，我说的就是说103年的推动财政健全方案。嗯，这个方案当然我不能完全否定它哦的价值了啊、哦。不过这里面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在我来看，就是没有按照我刚刚讲那个原则来处理，所以其实也有一些争议在后头。院长在事实上在上个会期，好、哦。在520之前，然后我们当时的财政部长张部长啊，他在无论在院会的报告说明、接受质询，乃至于就是说在委员会的这一个部分，他都很骄傲的，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啊，就是说在去年度啊，我们的税收超增1877亿。好，那我想请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办法长期维持？嗯，其实是我们今年就是说能够继续维持这样子的超增的情况吗？对不起，我说这样子的超增呢、啊，好、哦，有没有办法就是说经常性的维持？不可能持续。为什么？因为整个的经济，你看整个经济，这月最后还是要看那个经济成长率了啊。如果经济成长率不能上升，税收是不可能增加的。如果靠单纯提高税率来增加税收，那这个太简单了。这个一定是不是短期效果，不可能长期有效果的。其实本席长期是有害的了。本席的分析啊，我们之所以在104年度的这一个部分，在我们的税收上面可以超增，主要一方面当然因为有经济景气的因素。第二个部分的话，房地合一税。一致的这一个部分的话，然后提前逃命的影响，好、哦，再来，事实上是主要是两税合一啊，鼓励扣抵率减半，在上路的前夕，企业把历年来未分配盈余，趁新制上路之前分配给股东，所以创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跟结果，好、哦，但是好、哦，就是那是在103年度的情况。事实上我就是说我也同意这样子的情况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因为那个不是就是说不是我们在税基上面的改变，也不是我们在
整个的，就是说去经济发展上面的一个调整跟改变。我们看下一章，在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面，在不增加举债、不考虑利息啊，我们现在包括明年的话，我们在债务利息是1124亿的情况里面，以90年度到104年度的总预算债务还本，每年的话编大概600亿，今年我们到就是说740亿。好，就是说目前中央政府所累积的债务5兆2700亿，这是在今年7月的时候公布的，5兆2000多亿的债务的话，大概要花88年才能还清，而且不包含就是说高达17兆，就将近18兆的潜藏债务的负担了。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底下，事实上我想院长会很清楚，是没有办法创造当代的幸福的。即便我们的就是说之后的年轻人他的缴税税率等等是相当的话，也没有办法创造当代的幸福。好，我们看就是说下一章。所以我要请问院长，好，您未来在财政上面的目标，好，就是说在之后我们的就是说人家债务上面的负担，我们是维持住不至于破表，不至于要调高我们的债券超过就是说40.6%，还是我们每年的债务成长率就是说在您今年所定出来的目标不高于前三年 GDP 平均的成长率，还是我们可以以后的话的年度不再做举债，还是我们怎么样子在一段的就是说可预期的时间之后的话，我们还能够提高每一年的偿还金额？院长，您的看法是什么？我想您的选择，您所提到的那个第一个，不依法不超过举债上限40.6%这个部分啊，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啊。那么，而且我们也会尽量努力啊，是在不要不会到40.6%，我们尽量是低于这个标准啊。那至于每年债务成长不高于前三年 GDP 成长率，这就是我们这次预算编列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也会是行政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呢，我讲说是不是说我们100%保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经济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如果真的发生大的萧条或者全球式经济危机的时候呢，那么被迫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种情况几率不高。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每年债务成长不高于前三年GDP 平均成长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则，我们在没有特别情况下我们也会来实现啊。至于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呢，因为跟前你讲的第二项就有点关系啊，因为第一这个以后年度不再举债，这个是可能做不到，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等于收支要打平嘛啊。是收支打平这个部分呢，我不认为现阶段是适合的啊，对经济也不会有好处啊，所以这部分我们是不，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希望长期要让，除非是让我们能够让整个的这个法定预算支出不要再成长，同时让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够好转，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去达到收支的平衡啊。那么至于提高每年偿还的金额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在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来努力，但是不可能每年就这样做，做到这件事情。好，我们下一张。好，院长您刚刚的回答，好，等我们来看就是说过去的结果。在90年度的时候，民进党第一次我们在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民进党面对的是当时我们的差短是1425亿的国家财政状况。经过8年的努力，好，就是说在第二次政党轮替之前，事实上就是说已经连续3年有剩余数。好，在决算的这个部分，我想林主计长、林财政部长在这个部分的话有相当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那在这里面的话，我相信这显示民主进步党执政是重视国家财政稳健的。好，就是说，尤其就是说的，院长您当时严守国家的财政纪律，好，让就是说各方面的政务能够平衡发展，而不是浮夸式的就是说举债，然后来做现金式的就是说支出，最后把史上最高的举债金额留给台湾。所以上次执政的时候，院长，我们成功过一次。好，本席也期许，就是说林院长，然后朱主计长跟许部长，可以继续来努力，好，让我们国家的财政能够趋于平衡，把这样子的一个潜力能够变成民进党执政的传统。我想院长有没有信心？谢谢王委员指教，我想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面来努力。不过这边我也特别说明啊，在2000年。
本人在担任主席长之后呢，他经过了六年的时间哦，我们才到第七年，我们才看到财政的啊、哦、大概的平衡，所以这个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努力的。那么目前财政状况比两千年情况是其实更不理想，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到未来是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也可能要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哦。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就这个目标作为定定这个目标，所以如果给院长八年的时间，好，我民党在未来的就是说八年执政里面的话。那院长是不是可以达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我跟上一次执政的时候，我不预期我会在这边工作八年了。但是，我想这个目标是需要全国大家一起来努力。但是，我想只要我今天在这个职务上，我们一定会朝这个目标来努力。好，我想本席期许，好，那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财政的情况底下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做努力。当然，就是说在刚刚院长然后在回答的时候，也包括之前在透过媒体然后该宣誓，就是要靠租税来平衡我们整个的，要来平衡我们整个的贫富差距，你认为那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好，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相当的税收的话，我们在整个的社会福利，好，广义的社会福利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包含福利服务，也包含就是说就业、医疗、救助、保险等等的这些部分的话，那就是说在这里面的话，怎么样子利用租税工具能够改善所得分配的情形？请问院长有什么样子的规划？我想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以税收增加之后呢，作为我们社会福利支出的裁员，这个是最好的做法。至于用税收直接用减，好，谢谢王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请蒋委员耐心质询，询答时间为十五分钟。主席，有请林院长。林院长。哎，蒋委员好，院长好。我想今天是106年的总预算哈。是。那我们也看到整个预算书所编列的预算，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是1.9%。那今年呢，到现在来讲，好像是可以保一。那明年确实可以达到1.9%吗？因为像台经院也好，中研院也好，以及民间好几个单位的评估。都没有1.9%，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院长，你有办法达到1.9%吗？因为我们的预算就是依照1.9%的成长来编的。跟蒋委员特别报告，就是这个有关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啊，因为它是一个预测数字啊，其实都不是100%一定会实现的啊。但是呢，就像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我在今年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大家都看坏，都认为1%的成长率是做不到，甚至于甚报。就是正成长都有问题，不过呢，经过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结果看起来，今年是1%以上的成长率应该是可以实现啊。如果后面的这个几个月没有特别意外的话，所以这种预测本来就是有一定的不准确度，不至于今年的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1.9%部分呢，我想主席处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明年的只是一个目标值而已，是不是？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请那个主席长来做个说明他的预测？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是想明年的1.9%是能够做到。还是只是编一个目标值，还是说我因为编一个目标值以后，我的税路就可以编多编一点，而来平衡这次的预算的平衡。我跟蒋委员报告，这个倒是您放心啊，因为我们的税入税出来比啊，我们跟那个公共债务法的那个上限其实很大差距，所以我们编这个部分不会说是因为为了要迁就我们的财政预算编不出来，没有这个问题。预算现在编出来这个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举债的，所以不应该有这个考量。我们还是会那说实在的。
如果以目前这种状况的话，我很怀疑明年经济成长可以达到 1.9。 当然经济成长跟我们的政策是很有关系的，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政策到底是什么，讲到新南向，谁知道新南向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跟总统府要，总统府说我只有政纲政策向行政院要，问行政院要，行政院说现在没有定案，所以等到定案再给你。预算都编出来了，科发基金不会没有定案、啊、科发基金科技部的5+2编了93亿科技汇报的钱，这93亿到底在用的是什么不知道，只是先把数字框下去，预算先编。院长，这个符合预算法34条吗？这符合预算法39条吗？我来跟这个更加报告。所以今天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很多的政策会影响到经济的成长。如果经济的政策是对的，我们经济成长当然会高；如果政策是摇摇摆摆不定的话，我们经济成长就会低落。所以请问一下院长，你最近有没有做过体检？体检啊、哎、我在520之后还没有时间去做。520以前有做过体检？应该是有了，但是时间我不记得，可能是 一年前左右吧。你体检的时候都是符合标准的吗？不可能的，这么大年龄的怎么可能每项都符合标准？那你符合的标准是你现在年龄的标准还是20岁的标准？就是以那个医院给的一个标准嘛。啊，医院给的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在正常值之内嘛。啊，医院给的标准一定是依照您现在年龄的标准嘛，就像血压也是一样嘛。比如50岁的血压、60岁的血压有他们的标准嘛，绝对不是用20岁的标准来给你衡量嘛。但是有些东西应该是一致的了啊，不是每个。那可是你觉得老屋30年以上的老屋要用现在的标准去检查，符合不符合标准？那个部分应该是指要不要有这个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标准啊，只是说那个部分在执行上有很多困难啊，而且对这个财务的负担方来说也需要去做另外考量，所以我们并没有把您讲那个健检劳务健检那部分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必要的这个条件啊。对，院长，如果要用现在的标准去检查40年前盖的房子，没有一栋是符合标准的，这个我不要花这个钱嘛，哦，对不对？这个应该不是用现在的标准。今天我在内政委员会也咨询过那个部长，老屋健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民众住得安心嘛，对不对？那今天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检查身体，检查出来假如血压高，又怎样呢？要治疗血压才会低下去嘛。那40年的房子、50年的房子，你叫他怎么补墙啊？你叫老百姓花一个几十万的钱去做补墙的检查，然后再叫他花钱去补墙。请问一下，以目前加强专照的房子最多可以几年？50年不到啊！我已经40几年的房子了，你还要我去补墙？你应该让我改建才对呀。你应该让我多跟才对呀，我这样子盖好的房子我才能够安心的去居住吧。所以今天30年以上的房子并不是说要他去建检，而是政府如何去推动改建。跟那个蒋委员特别说明一下，其实您刚刚讲这部分啊，其实是因为行政院早期有一个安家雇员计划了啊。对啊。那么安家雇员计划其实它就是一方面要能够鼓励这个房屋的持有人能够就房子的安全结构等等呢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呢，那有一个帮助他去补强的一个措施。可是呢，这个政策在推动的这个，因为这个政策规划之后呢，是到520之后我们再开始来推动的时候呢，发觉其实有这个部分来主动的去来申请检查的这个户数很少，因为意愿不高嘛。啊、哦，因为我40几年的房子，你还要我补强什么？不见得，等你补强好的时候，我是房子他们已经到了，唤起他们年限已经到了，根本就不能再继续住了嘛，了哦、对不对？第二个来讲，假如是双拼的公寓有10户，中间有2户不同意的话，你怎么补强法呢？你根本没有办法补强嘛。这个部分技术问题，我们是不是请业部长来说一下嘛，所以院长。要提升经济成长，改建都更才能够提升经济成长。蒋委员，那我们的都更政策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反对都更嘛，
现在政府的态度是反对都更吧，不管是在税收也好，在都更的法令上面也好，是反对的嘛？不会了，事实上是这样子啊。都更只是说有些程序上的部分我们要去做改进。江委员，你那天的内政委员会提的观点，我觉得很多是很可采的，而且方向上是非常好的。那只是我们并不是针对屋子的年龄，我们是针对屋子的耐震能力啊。那也有许多，确实也有许多屋主，他会感觉到他住的房子是不是不够安全。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政府的力量就应该进去。啊，那现在当然是耐震评估，不，未来还有很多配合改建什么这一类的。他的耐震绝对不够的嘛，不要去检查耐震也不够嘛。所以院长，今天政府要让民众住得安心，应该是积极推动房屋改建、都更，这样子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嘛。而且营造业也是火车头嘛，你如果今天大家推动都更，让老旧的房子改建，不但大家住得安心，对经济成长有没有帮助？绝对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我刚刚讲一个政策对于经济成长是不是有影响，绝对是有影响的。各位讲员特别说明啊，其实在安家雇员计划里面也是有这个有关这个辅导都市更新整建或者车厝重建等等的这些做法了，不是没有的。没有啊，现在显现不出来，先看看那个内政部，你向各单位 各县市政府去查查看，现在这几年办都更案件是不是在逐年减少，绝对在减少嘛。然后民众也不敢都更嘛，为什么不敢都更？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房屋税，当都更完了以后要涨了十几二十倍，谁敢都更嘛？另外一个，厂商也不愿意来都更嘛，因为现在的法令限制嘛，所以他也无法都更嘛。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院长跟部长好好的研究一下。如果今天政府真的是要让民众住得安心的话，我们就要用推动房屋改建，因为现在老房子占了一半，尤其是台北市占了一半，当时盖的房子都没有耐震的相关规定，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房子能够改建，不但民众住得安全，对政府的财政税收也是有帮助的嘛。江委员还是要提，还是要说了，房子并不是以一定是多少年来论老或不老。它有些依照建筑规范，尤其是九二一以后的房子，那事实上建筑规范比较严格，所以它的耐震能力也都比较好。那只是说原来的建筑规范也许不是那么强，在那样的机制之下，一方面民众他可能也有他的安心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政府当然也对于房子 的规划也要有一些政策。加强专造的房子可以住几年，大家都很清楚。我在担任民意代表以前，我在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当了议员以后，我参加好几届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对这方面我都很清楚，房屋的年限它是有它一定的，所以就是看政府要不要去做。然后这方面政府如果要真的做了让民众安心的话，拜托都更的部分要好好的加强一下。另外后天928教师节，你看看现在媒体报道的民众感觉，到现在今天早上还有民众打到我办公室，928放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劳工到底可不可以放假？为什么我可以放假，可是我的像譬如幼儿园还是要他们来上班？那也有的人讲说，我是金融业的，我是劳工，照说可以放假，可是金融业一定要上班，那我请家庭照顾假可不可以？如果在劳工局说可以，那家庭照顾假请下去以后，对金融业的营运是不是会有影响？所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今天后面还有10月31号、11月12号、12月25号，这些问题多一次一次的会发生。难道我们政府对于放假的时间没有办法去决定吗？这个部分啊，我们希望那个劳基法，行政送的这个劳基法的那个修法，能够尽快能够在立法院能够得到共识啊，能够通过，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当然，那天秘书长开记者会的时候也在讲，劳基法希望立法院赶快通过。您现在在这边讲，劳基法也希望立法院赶快通过。立法院谁在掌控啊？
民进党在掌控啊，民进党的委员有多少席啊，要通过就可以通过啊。是的，我们会。那问题是为什么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支持呢？我们会跟你们自己要去讨论去啊，立法院的所有委员来沟通，对不对？不当党场的问题，你们加开临时会，要通过就通过，马上就通过了。劳基法的修正，你们当时行政院跟立法院合起来一起，把劳基法施行细则退回去了。劳基法施行细则不退的话，今天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退回去，然后再来决定。原先说是给劳工7天的假，现在又说不给了，一周一休一例，然后送到立法院，民进党的委员也不排，对不对？所以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是执政党的问题呀。执政党到底在做什么？行政院、立法院难道不能沟通吗？我们能解决这些劳工的问题吗？让这个法案，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混乱。所以今天政策影响到经济成长，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对于国家未来是有很大的影响。作为政策的执行者，绝对不能打空包弹的。新南向问总统府，只有纲要问行政院，叫我去问行政院要。不会，新南向我问了行政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行政院说我们现在政策都没有决定，等到我决定的时候再来给你。预算都已经编进来了，不会了，那怎么还可以说是我们的政策？预算计划如果蒋委员有任何的需要了解的，我们都可以向相关机关来说明。白纸黑字，行政院的公文9月5号给我的答复是这样啊。不，因为你问我问的总统府、总统府也是跟我这样的答复啊。总统府推行政院，行政院推总统府，然后各部会现在又开始编新南向的预算。对，对不对？每个预算都有计划的。所以我就问各部会，要他们新南向的预算，有些部会给我了，有些部会也不给我。行政院没有整体的政策，各部会怎么去编预算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所以今天我们106年度的总预算到底要怎么审？跟嘉伟特别说明啊，那个新南向政策啊，它是一个整个政策方向，确实有些东西也许还没定案，但是已经定案部分各部会就有编计划进去。所以我们讲的那部分呢，如果蒋委员真的觉得哪个预算是您不清楚的，我们可以请那个部会来说明，好不好？不是，院长，行政院给我的公文就是这样子啊。新南向的政策，你也许你问了整个政策，不是等到有定案的时候再给我，就是这样子一句话就回我了。整个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会后我可以把行政院的公文对了，但是一份但你问的可能是整个的新南向政策嘛，对不对？哦，那所以行政院这个层次还没有整体新南向的政策，各部会他怎么必须编？不是没有，不是他爱怎么编就怎么编吗？不是没有，就我们会根据新南政策，我们会再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然后我们会把它弄得很清楚。但是呢，那个您讲的那个计划，有些部分已经确定的部分就会编进预算里面来，所以像教育部或其他部会的这个计划都是有，这是有的啊。对，依照预算法34条，你的财务评估分析、预算的筹措，都应该要给我们立法院的。好，谢谢蒋委员。报告院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预算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
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继续进行预算报告之质询，请陈委员停飞执行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权院长？请林院长。陈委员好。院长好。我想今天要依我们台南几个重大的建设案跟我们院长共同来讨论一下。好。好的。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基本上我一直认为这好像是我一路来催生的，因为从101年开始，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我们跟中央研究院开始一路努力，我在教育文化委员会不断的质询，从101年整个规划设立案正式推出，到101年8月总统府函请行政院评估。104年8月正式核定，104年10月，在我们一路的推动之下，但是行政院当时候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编了8800万的土地费。我们也知道，一个15亿的土地费才编8800万，那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编。还好政党轮替了。我们的希望来了，也就是在105年，今年在编列预算的时候，编列明年预算，非常感谢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相关单位、我们的总统，真的对于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非常的重视，所以编了15亿1700万，这其中有包括了土地购置费，还有计划规划费，土地购置费是14.8亿。计划规划费是3000万，但是我们很担心，因为明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年，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它会牵扯到的是绿能科技产业园区共同的推动，它是一个区块，所以如果说明年我们只有单纯的计划规划费，其实它是不够的，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托我们的院长，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区在明年规划设计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的院长说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当规划设计费 OK 了，规划设计也没有问题了，下一步就是什么时候要动工。可是在这一次我们只有编列了土地购置费还有计划规划费，但是并没有工程费，这是比较遗憾的地方，是不是我们有可能去做一个弹性运用，让中央研究院弹性运用，应该在整个土地购置费当中应该移拨1-2亿，不用多，你只要有工程费它就可以做实质的动工，是不是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努力，让它106年让规划设计没有问题之后通过了之后可以马上进行发包，是不是有可能，院长？跟陈委员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就是中研院确实有针对就是南部的这个园区啊，那么有成立一个南部院区的筹建规划委员会啊，就您刚所提到的这个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些这个新建计划有提出一些考量。那么至于这个是原来现在的预算，因为已经编列的金额里面啊，因为它是一个土地购置费用啊。是不是可以作为这个设施使用，这个要看预算法的规定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请那个主机长来说明，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土地购置费这个部分它所列的项目科目，是不是请主机长可以说明一下，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否则这样是很可惜的，我们土地费用编了这么多14.8亿，这个可能就是左手交右手嘛，如果减了2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进度往前，那不是更好吗？跟委员报告一下，
但是先要计划 通过了以后的，那可以就可以往那个委员所讲的方向去什么移用的，所以可以嘛？可以啊，可是要计划通过。这个前提在于他的那个计划要被核定了啊。他现在的计划如果还没有核定的话，谈这个电影可能延迟还延迟过早。不，我们会来努力看看明年他的规划计划是不是可以能够被确定，好不好？好，院长拜托，因为他106年有没有动工，他会牵扯到我们的进度，所以这个关键点非常重要。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可以看到南部这大型的建设能够真正的有赶快尘埃落定，让大家看到实质的成果。那么我在不过这点我们还是要特别跟成员报告，就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规划要能够落实啊，扎实的规划对后来这个推动是有帮助的。没错，所以呢这个时间啊是不是能够做到106年底还是107年再来动工这事情，我们再来评估一下，现在还不能够跟您确认说一定可以做到。院长，好不好？基本上这个整个计划是在于中央研究院它的时程跟进度，那我们一起来推动，我们也会一起来做一个监督，绝对不会让说整个计划还没核定然后就赶着要动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赶快来督促中央研究院他怎么把计划赶快备齐，赶快去做一个核定的动作。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台南会展中心，大台南会展中心在这一次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经济部国际贸易局还有编了一个新建国际展览馆的一个费用，总共是15亿。可是这15亿里面，它是包含了桃园、台中跟台南，也就是说它还没有去框列到底台南多少、台中多少、桃园多少。顶多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台南会展中心先给予一笔39.5万的一个规划费用，所以这未来在106年这会展中心，这也是台南的期待。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我们未来这15亿它的核拨进度到底是如何，是依照各县市政府它的进度，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时程？是不是这个部分我请国发会陈主委来做个说明？ 好，谢谢。报告现在就是有3个县市一起框在这里面，就进度到时候再看哪一个进度比较快啊，进度比较快就优先可以动用这些资金。是所谓进度比较快是各县市政府，就是、也就是这3个市政府，是台南、台中、桃园这3个市政府看谁的进度比较快，规划动作比较快，先送给我们行政院，我们就从这当中来做核拨的动作。 是这样子吗？就要送行政院核定嘛，因为计划先送行政院核定，那核定的时候就同时会考虑那个经费的那个核拨。所以谁先让我们行政院核定计划，谁先就先拿得我们的一个分配。是的，是这样子吗？是，所以我想台南要努力了。这个既然是预算已经框列出来了，那么现在就看谁的计划先被核定。因为15亿，我想一个会展中心我们希望的是多功能，在台南规划的这个会展中心是多功能，所以多功能我们希望它的预算是应该要有比较实质的到位。所以当然我们台南市政府也要努力，在39.5万的一个规划设计费，这有点不够啦，所以我还是要跟我们陈主委说一下，现在初步我有询问，也就是说现在只有先核拨39.5万的规划设计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规划设计，这样子的规划设计费好像稍嫌不足啦，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调整？这个要拜托陈主委了。是，如果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再跟我们讲？我们看看想办法有没有地方。不过我想初期的估计是希望计划赶快提出来了哈，这是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好，谢谢陈主委哈。我想有陈主委这一番话，我们比较安心啦。要不然，其实一开始看到说我们的规划设计费才39.5万，有点担心。那主委有说不够的可以再提出需求，那么谁先核定计划，谁就先去得到这样的一个分配款。好，谢谢主委，好，也谢谢院长。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影响到地方建设的西滨快速公路的曾文溪桥段新建工程的计划，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一个道路系统的现况，它是从61线要接到我们的2等7号道路，所以这一段它牵扯到是我们是不是整个路网可以建构完成，否则现在是断掉的，61线到了7股断掉，然后再来它必须再从内部的西滨道路再绕了一大圈，再进到我们2等7号进来。那即使他要去国道8，他也是要绕了一圈。其实，在整个路网的规划，这是不 OK 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跨曾文溪桥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也就是从台61线接到我们的2等7号。那当然，这个计划我们从之前也一直提出，已经提出好几年了，可是一直在我们行政院国发会一直被打回。那现在我们有很大的期待，520之后，我相信南部的建设，我们希望我们的林权院长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关爱。那非常感谢我们院长，真的已经在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看到南部建设的曙光。所以在105年，也就是今年的9月13号，交通部已经函报行政院曾文溪桥新建工程的可行性评估，在9月13号就已经报给了行政院，但是还没有交给国发会，还在行政院。那所以呢，在行政院到底现在的进度是如何？是不是我们的部长知道吗？我所了解也就是我们报到行政院，那么现在可能正在国发会这边正在做这个，还没有到国发会。今天早上我刚了解，还没有到国发会，还在行政院，是不是还在我们行政交通环境资源处啊？还在做评估当中。他还没有交到国发会，还没交到国发会。他只是一定会送到国发会去，他应该是在，因为这个报行政院应该是9月12号才报的嘛，对，所以应该还是在处理这个公文程序中了。好，那这个部分如果到了国发会的部分，然后可能要拜托院长，还要拜托我们的陈主委了哈，因为你要先核了可行性评估，他才有下一步。他如果一直卡在可行性评估，一直卡关，这已经卡了好几年了。我们每一次都在谈，在过去520之前，每一次就被卡关，都被退回。那我们当时候就是期待520之后有一个改变，那确实现在也再一次提出，他提出里面有3个版本。好，所以那个陈主委要让您知道一下，因为院长说一定会交给国发会。那有3个版本，一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它是完全做景观桥，第二个版本它是用2次施工的概念，第三个版本是它的景观桥它只有占了它总共 1.8 公里，可是它的景观桥就只有300公尺，所以它把这样景观桥的整个预算把它荡下来，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预算编列。可是这景观桥的部分，其实我们应该要怎么让它更 smooth， 让它在比例当中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这是地方的想法。然后呢，在第三个47.02亿这个部分，它本身它的宽度才只有26.8米，然后在第一次这个67.85亿的时候是40米，它是把整个桥的宽度把它缩了，所以才会有2个不同的一个预算。那中间这个预算它是分2次施工，这个是千万不可行，千万不可行，一定要1次施工。所以我想就是在第一个跟第三个怎么去做最有效的评估，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可行性评估，它这一次交通部有把3个版本一次提出，所以应该怎么选都选得到了，应该让可行性评估让它先过。不只是可行性评估，因为可行性评估过了之后，它后面还有几关呢，它还有环评，它还有湿地评估，这2个过了才有所谓规划设计，才能再编预算，计划过了才能编预算，所以这个路还很长。所以我们要拜托
我们的陈主委，如果院长说的一定会交给国发会，那么拜托我们的陈主委，是不是可以可行性评估，赶快让他先核定，核定之后他还有好几个关卡，没有那么容易，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是，是跟委员报告，只要送过来，我们一定会加速来审查，好不好？这个部分再麻烦，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未来的发展，而且这条跨曾文溪桥的部分，它未来如果真的把它新建完成，它是可以未来有一个弹性空间，可以接到86线。它接到86线，那我可以解决我们台南所有的交通阻塞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拜托。谢谢陈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赖委员释保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苏院长，那么以及各位先进呢，我们能不能请一下林院长好吗？请林院长。赖委员好。好，院长你好。这个相关的部委首长，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你就请来哈。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你啊，因为你外界都说928这次放得很乱，那么你说林权说928休假的方式比照劳动节，而且你们的行政院的大政长说15年来都如此，你们讲过这个话吗？对不对？15年来如此，应该说是过去这个928都是劳工是那天是劳工的假日，是都是如此的，是应该这个意思。这一句话，院长，这一句话叫糊弄老百姓，因为你是 only apply to 那些不适用周休二日的劳工。适用已经有周休二日了，不是在这里面。我举个例子，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股会市，股会市去年来讲是只纪念不放假，不放假的，他正常上班。今年上班呢、啊？今年要 double pay， 不一样了，怎么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了。所以这句话，院长，你们行政院是糊弄老百姓了、啊，也说哦，15年来都一样。没有变啊，我都没有变啊，我好 innocent 哦，没有啊，对不对？你们欺负我。过去那个时间，欺负老百姓啊，开市，现在也是开市，唯一不同是企业负担比较多而已啊。不是，你们来看啊，来，我们来看啊，这个郭部长在这里哦，劳基法明明定得很清楚哦，你说比照劳动节对不对？劳基法今年的105年有价证券集中市场的一个开市的说明，5月1号放假，5月2号补假，你比照劳动节。928就应该放假啊，你比照劳动节啊，对不对？那为什么金管会可以 override 你劳动部啊？金管会骑在你头上啊，金管会哇好伟大啊，金管会就找建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开市 double pay 就可以了，金管会对不对？你骑在劳动部头上，劳动部哇、哦、好高兴哦，让你骑在头上，变这样子啊。包委员，金管会那个在去年他们都已经根据今年的行事历，已经事先已经协商过了。没有啊，所以我是要主要讲这一句话，行政大阵仗讲说比照劳动节这一句话糊弄，15年来都一样，也是糊弄，欺骗老百姓了、啊。因为我们包委员，这个让大家比较清楚去了解了。金管会的一句话，他就放假的原则比照五一劳动节了啊，放假的原则比照五一劳动节。对对，劳动节放假原则嘛，你就不一样，不比照了。928你就不比照了，你更不要讲其他的、啊，对不对？我们有特别提到说，因为去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正好是假日，那么今年是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事先已经协商过，所以今年在金融市场部分，我们已经是透过事先的协商做适当处理。我们的贵务主任，你要不要讲一下话？你们这次很大，你们把它干掉。我们金管会是根据银行法第51条的规定来公告银行的休假日跟营业时间。去年就已经公告了。不是了，怎么是这样？我们那个都是表面文章了，因为林权大院长很 care 这个。他说啊，一天如果没有坐庄，少了30亿收入。他 care 的是钱呐、啊，也、欸、没什么错啦 ，care 国库收入啦。你是 care 一天开市没有开市少了30亿啊？这国家经济影响，这对国家经济影响，当然对啊，我没有说你错，但是不这个不要忘了，
金管会是要执行林院长的政策，林院长一声不下，那个政策本来是正确政策、啊、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这样做，但是不要糊弄老百姓。十五年来不是这样，然后没有比照劳动节，哪里有比照？对不对？15年来去年的话，这些人上班企业的负担，企业加班费增加，但是企业它是过去九二八时候，企业那个十五年来金融市场也是开市的、啊哦。来，我再请教你那个贵务主任，你可以先回啊，以后就跟你没关系了啊。请问你，根据政府机关调整上班日处理要点，规定很清楚哦，上班日是礼拜一或者礼拜五。后一天或者前一天，礼拜二或者礼拜四的纪念日，刚好是节日的放假，应该调整上班日为放假日。我们就碰到了10月25号礼拜二，结果你24号你没有调整，你们没有调整啊，又是糊弄老百姓啊，对不对？老百姓当然希望连着放啊，这个老百姓的权利啊，我只是调整而已啊，对不对？我可以前面补班，后面补班，但是你为什么24号你不给我放假？各位劳工的部分呢、啊？我们劳动部是用解释函的方式，让劳工知道说，如果你碰到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话，那么他们可以补休一天，可以补休一天。没有回到这个，这个补休是通过劳资双方的协商。叫林院长，10月25号前一天，10月24号可以不可以补假？可以不可以轮休？就是说换一下补班，可以吗？马上碰到一个问题，很具体的。透过协商，劳资双方协商。你不要回答嘛，院长嘛，这个不干你的事，这是人事行政局的事吧？哎，可不可以？这不是应该劳动部来说明？什么劳动处说明？是、就是、劳工的部分是透过我们的政那个解释令来处理。那为什么24号不可以？你告诉我。就碰到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话就可以、啊、一定要补假。问题你们没有啊，你现在去定了没有啊？有，一定要补假，他的假不会少的，只是说在什么时候，不是他方便的时候，他可以补休啊。就是我跟你讲，你鸡同要讲的这个第四点讲的这么清楚，对不对？我礼拜二10月25号是礼拜二，到现在为止是要放假的，然后所以24号应该就让他放假，然后你在前一个礼拜补一班，后一个礼拜补都可以，这样子劳工并没有占政府便宜嘛，对不对？包括你这个是政府机关的部分啊，我知道嘛，那是比照劳动都。所有的劳动，我们的部分比较弹性，我们要考虑到企业的不同，它特性的不同，所以我们的处理跟那个政府机关不一样的。二十号不掉，没有这个就院长，你看他推给你了，对不对？这是行政院政府机关呐、啊。问题是工厂是比较政府机关，大致上来讲是这样子啦。我们比较有弹性，比较有弹性，我们还是比较放假是这样子嘛？没有，我就请教，我重点在于下个月就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今天26号，是不是？10月25号是放假，礼拜二。请问，礼拜一就前一天的10月24，可以不可以调班？弹性的休假，弹性的上班，可不可以？院长，这个你回答了，这个、不能叫。部分劳工的部分，让劳动部回答，怎么是我来回答？他是部会主管的，他不是他我政府机关的，这是政府机关。政府机关，你看清楚。政府机关，政府机关，那是不是？你现在讲是劳工，到底是讲哪个？不，我先搞不清楚。政府机关的怎么劳工？你不要生气，对、嗯，问到你痛脚就生气了。来，我没有生气，我只是搞不清楚。现在问你，现在讲是劳，现在讲政府还是劳工？我现在搞不清楚、啊。我们政府、啊，你推给他的、啊。不，如果是你推给他的，他才劳工放假，当然是根据劳工来说明的、啊。我现在问你，政府机关要不要调整嘛？问你这个嘛？我一直问你这个，你推给他解释的，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推给他。主管机关法令解释，他当然比我清楚。按照法令规定来处理就好了。可不可以嘛？那可以不可以？你是讲劳，是讲公务员还是劳工？全部啦，因为人事行政局规定。那我请人事局来说明好了。来，院长，请你再读一遍了，看清楚，这个叫政府机关调整上班日期处理要点里面的第四点，就是假日如果是礼拜二或者礼拜四的话，他就可以调整该上班日为放假日。这是你们定的哦，政府机关假日喽，你们定的哦。对了，但是25号不是政府机关的假日啊。是啊，什么就不是、嗯？没有了吗？是劳工的假日啊，是哦、这个是劳基法的假日，但不是是。到现在还是放假哦。啊，到现在是放假，是你们一例休。好，我们再看现在怎么。那个是劳基法的规定，我把这个混在一起了。你还没有过嘛？一例休还没有过，过了以后才干掉、啊。对，但对公务员来讲，他不适用这个。什么东西？公务员没有这个假日、啊對啊，公务员没有25号这个假。什么东西？公务员没有10月25号那个假了。你们这个就故意把它拧在一起。只纪念而已的，不放假的。你们故意把它拧在一起，是问题是现在市场是这样子。现在这个7天假是对劳工的，不是对政府公务员的。我知道了，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说，
能不能够这些放假就统一规定，一定要这样区隔职业吗？统一规定就将来修法之后就统一规定嘛。什么东西？将来这个劳基法修法还没有过嘛？对呀、啊，那现在就是要嘛。那是还没有过，那就是这劳工的部分，就是这七天假来这样处理啊。但是并不是公务员也要放这七天假，没有这个事情啊。公务员就没有了。对，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公务员九二八也没有放假，怎么会10月25号要放？也不可能呐、啊。是啦，我就跟你把这个东西弄清楚，因为你根本一例一休还没有过，一例一休没有过的时候，你现在弄的10月25号，那我就问你啊，所以你会回到给郭部长啊。不，你问劳工，当时郭部长来回答。好，那就郭部长。这个时候只有劳工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处理、啊。郭部长问你啊，你25号放假，你25号可不可以把它轮班嘛？我就问你这样可不可以？是啊，通过劳资协商，如果他们这如果协商他们要在那天放假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给他们多点弹性。你不要统一规定吗？你应该说乐见其成啊。我们有解释你，我们要乐见其成嘛。因为我之所以端出来这个政府的机关，我没有要你说给公务员放这个假，不是你能够给就给，那更好。我只是提醒你，是包括因为企业的特性性质差很多、哦、我们给他一点弹性空间。放假都是看人事行政局的怎么定嘛，我们就 follow 嘛，难道不是吗？来去这个。报告委员，我想我们的要点里面，其实在第二点里面的第二项里面有说，企业的情况其实是应该根据企业自己去做一些规定的。是啦，但是企业一般都不要定嘛，就看你们嘛。我这个东西啊，你们不需要。去这样子好像不是你误会了，那我就是那个10月20号没有公务员在放假，所以没有您刚刚讲劳工。我现在就问你，劳工是放假嘛？对呀、啊，劳工放假。一例一休没有休法以前就是放假嘛？是劳工放假放假的话，跟9/28情况是一样、啊。24号理当给他一个轮休嘛，也要给他一个弹性调班而已，没有多你的一假啊，没有啊。是包围那个假是不会调的，只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休，大家可以协商，找一个双方面都能够同意的方式来休那个假。秦院长耐心听我讲，我的逻辑是告诉你、嗯、全国的军工叫劳，各行各业包括公务员，我们怎么放都是根据政府的 guideline， 这就没问题吧？是不是？人事行政局公布的就在这里，是不是很清楚的？那劳工10月25号在一例一休没有修法之前，一例一休没有修法之前他是放假的，你休完了把七天干掉那就干掉了，对不对？对，你没有休法之前他是放假的。是的。好，那就碰到这一条，我们工厂一般是大家不太愿意来得罪政府，政府怎么定我们就怎么遵守，所以这里就很清楚的，我们碰到礼拜四放假了，应该调整为放假日，就是调整，他并没有占你便宜，只是给他方便劳工的部分，给他方便。对劳工，我跟你讲劳工，我一直讲劳工嘛，所以没有一定，没有一定礼拜礼拜四，而是说你那个假你可以透过双方面的协商，因为看这个企业的性质。部长你可以讲乐见其成吗？如果资方跟劳方大家认为说那一天的假或者部分人员放假的话，这个当然我们尊重他们的协商的结果。这个东西啊，太没有担当了啦。这不是担当的问题，这是企业的需求。好，劳工可能需要弹性一点，他可能未来才要放也不一定。院长啊，你这一例一休，你确定这个会期可以过吗？我们认为它很重要，也希望这个立法院这个会期能够通过。那个不是看民进党团了哈，确定希望赖委员确定过了七天就干掉了。很确定哦，国定假日这是你的政策哦，对不 对, 对？我再讲一遍，这是不是行政院的政策？推动一例一休，把七天国定假日。原来放假的通干掉，对。我们会朝这方面来说明啊，就是国定假日要全国一致化。确定就好了、啊，你何必讲那么多？对，好吧，两位请回吧，因为我太多要问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不愿意在你们这里在这里转了、啊。这个院长，你回去啊，你们行政院的讲话要说铁，大家都认真看每一个字啊，不要这样让好像哦，标题就出来了，15年的都一样，不一样啊，来。我再问你一个角度的解释这个问题、哎。那个财政部长可以上来了哈、哦，央我们的总预算呢、啊，央行每一年贡献1800亿啊，占了差不多 10%。美国我们大概平均都 10%， 美国占平均2%，巴西5%，印度将近也是差不多最近多一点5%左右。这个院长，是的，这样的表现，央行的表现你满意吗？央行啊，贡献这么多啊。当然央行的，因为它有很高的外汇存底啊，那么当然它有会有这个印度的外存底很多啊。嗯，哦，它的比例就没这么高啊，
对不对？印度的话就是2%、3%，最近冒到5%而已啊。印度？印度啊，对啊，印度外存底 也有啊，也不少啊。不过台湾的外汇存底仍然是以每平均每人来看，仍然是应该是最高的。这跟这个什么关系？我现在是问你啊，我现在问你就是说，央行每年贡献1800。是的。你的态度怎么样？嗯，这个部分我想它当然对这个整个的政府的财政收支的平衡是有帮助，但是央行这个它不会以这个作为它的政策了，它还是要考虑到这个它整个的货币政策。我要跟你强调的是哦，现在绿营的人拼命要把彭淮南总裁干掉，他一生一年就会下来哦。没有这个，因为未来还会不会有1800了？我就跟你问这个问题了，还有没有1800？这个部分我想不要帮跟人事问题来相提并论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另外一个啊，那个部长啊，那个部长亲口告诉我说，行政院有一个揽财政策，要分离课税，对于高收入的高薪薪资要把它分离课税，可能就30%。我跟院长报告，这个东西我们绝对强烈反应的哦，因为现在贫富差距这么的严重。然后你为了几千人，然后你要把整个让他们大幅降税，不会，那45%的那个边际税率目前社会是不会接受的哈，社会不会接受的哈。最后一个可能时间没有了，我只告诉这个几位啊，这个让这个我们的国防部的冯部长跑掉了，因为。好，谢谢赖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定于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院长，麻烦林群院长哈。请林院长。王委员好。院长辛苦哈。我现在手上这一本是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我先开始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如果财主单位可以协助说明就自己上来了哈。我比较好奇的是在这里面哈，第53页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加速产业升级驱动新经济，讲的大概就是五大创新等等，接下来第二点又说提升公共建设品质，区域均衡新活力，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发现，在这一本里面的53页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看哈，特别提到说编了大概462亿，好，在53页这个地方编了462亿，462亿里面呢，像跟台南有关系的绿能产业50亿，然后新建国家会展中心，桃园、台中、台南15亿。加上中研院南院的15亿等等等等，他就列出来了。后来你这个后面呢，在公共建设计划及各部门分配情形的3266亿，又写了科技部的科学园区建设沙仑园区27亿，中研院的南部院区23亿，这加起来是50，然后会展中心又写了一个15，就在同一本说明里面，你把它放在。加速产业升级写一次，放在那462亿里面，在同样一个部分分成第二大点在讲区域的基础建设提升的时候，3000多亿里面又放进去，我不晓得是这是你们说明上把它调向分开来，还是重复去计算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编列的单位或者说明的单位协助说明一下？好的，我们请朱主席长来说明好吗？委员好，那个是我们分类的问题，因为有时候所以就是这样的排队的方式，这些在这里，但没有这种排队的方式，他们就在这里，对，所以他会有重复嘛，对，所以这个重复是正常的，对，所以我刚才请教，我刚才听到陈廷飞委员等等也在问这些问题哈，就说我们现在预算看起来是一个总数，像会展中心15亿，那就看谁先规划好，我就先给谁，不够再追加哈，我一直在我在总咨询也提醒过院长，这个是属于大型建设。别的县市我不晓得，以台南来讲，这个东西有时候等的是等了很多年，有10年的，有20年的。那地方政府急，他应该也会有提一些初步的计划过来。
所以对这个十五亿也好，或者这些预算的分配，希望地方做什么配合，我真的建议院长带着相关的人到县地去。台湾有了高铁以后，交通空间并没有离得很远，所以如果你在桃园、在台中、在台南都出现，告诉他说有十五亿，后面可能还要追加到三十。有十五亿的会展中心，你要盖着，不管是 convention center 或者你要去做展览，地方政府一提出来，我们钱就拨下来，把你的行动从文字变成到地方上，这对执政跟对执政的具象化、具体化会很有帮助。否则这个东西，像你们在说明方案基础建设也有，我在猜你们在就是这种说明可以放一下。如果再加第三点哈，要说明什么产业升级，它又会浮出来一次，会让人家觉得你在重复算账。可当你如果到建设的地点现场去出现，去告诉他你地方政府的责任，我中央的诚意，我们期待的 deadline 什么时候要完成，只要你几月几号以前完成给我们，后面都是行政院的事情，那这个政府就有效能，而且你说的东西会非常具象而可以体会。我相信不管是陈天之陈主委或者是院长这边，这个建议我真的是希望尽快，否则常常你们的计划做了也很努力了，民众无感。那个无感哦，从前政府到下来，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众对数字是没有感觉的，民众对想象的新闻稿是没有感觉的，民众也不知道你们政府中央地方卡在什么地方。所以，光以会展中心这个例子来说，十五亿是让三个地方分是不够的，你在比赛三个，以陈主委的说法是比赛谁的效率好，谁先拿到，然后不够我们再追嘛。所以院长这个部分哈，是不是尽快可以安排来地方走一下？因为光台南这会展中心，我们已经超过20多年一直在等这个东西了。好，所以这个建议院长有什么回应？谢谢王委员指教。我想我们只要相关的计划，我希望能够到地方说明的时候是计划已经核定，而不是计划没有核定，这样会被批评。那么计划核定之后呢，我们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很乐意啊，到地方来跟地方来做个说明，成为一个行动的行政院长。是的，好，就是你带，只要每个人看到你，就有会展中心，看到你。台六十一线的桥就指日可待，看到你的团队出现，老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看到就解决。台湾的纳税人其实很勾引的，他没有告诉你你出现明天就要盖好了，可他知道我可以等得到，而且也避免资讯被少数人垄断，成为少数人垄断资讯，他可以炒地皮。多数人期待的好处他不知道，所以这种资讯的落差，透过院长、部长级的人的下乡。可以把它具象化，可以让它透明化，这个院长就不用去考虑所谓的施政满意度了，因为你就是在做。另外我还要请教院长，那个陈主委麻烦你回座没关系。这个我是觉得很诡异，我们立法院有预算中心，然后呢我们行政院这边，我们还有相关的部会审计部，我们办公室呢都去询问了一件事情，就是军职人员退役退伍以后，转任或再任政府机关及所属营业、非营业基金、行政法人等专任职务的统计表。那这个表都不是我做的哦，你可以仔细看看哈，在有关退辅会的部分，民国103年退辅会预算中心把它算出来是111位，审计部把它算出来是129位。退辅会回给我的文是17位，院长们发现，因为这数字牵涉到很多我们政策的拟定，军转任之后有没有双饷的问题，或者我们李祥洲主委很辛苦解决的18%，他让他自动放弃的问题，这个统计数字哈，我是以不懂的问号来请教。你看104年，本院立法院预算中心统计出来，军转任的人有163位，审计部呢？国家单位啊，134位，退辅会给我的文就14位。如果我们数字上有这样子的落差，政策怎么可能会科学？怎么可能会精准？所以李主委，你是要帮院长回答一下，这怎么会有这个落差？这个都有公文呢。李主委不太清楚没？包委员，我想啊，这是从认定上的问题，因为他专任哪个职务，那个从审计部跟我们退辅会的认定。我们想，我们把这个相关的认定跟他的实务，我们去做比对。李主委，你先想想再回答哈。我们就一个政府，他还有一个询问表，那个表待会找出来给你看哈。
事实上，我们相关单位财政部啊，或者什么人事单位在问的时候，他都给表问得很清楚，原来的职级、月薪调去哪里，人在什么地方，现在新的薪资多少，他有个调查表。我现在问题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调查的数字，跟审计部调查数字总不能假了嘛，哈，加上退辅会自己认为的数字，你们的认知有差。你刚才讲的有的任命啊什么，这个认知的差距产生这数字上极大的差距。我们在看预算、在看规划的时候，我要用哪个数字来算？所以你有时候面对质询，现在有时候被骂得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个数字的落差到底从哪里来？我再给你看一个表哈，经济部的。王委员，我大概了解，可能有一个问题，刚刚主机长提醒我，就说那个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所属转任政府机关及所属营业非营业基金和行政法人啊、哦，是这部分可能没有把那个就是以民营化，但是仍然是由政府控制的企业包含在内啊、哦，那么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差异啊、哦，所以我们要把这几个他们所讲的定义可能要重新再确认一下。院长，你回答我要问的问题，你看我后面这个是经济部的哈。你看、哦、立法院算出来是40个，103年，104年11个，审计部81位，104年69位，哎，经济部自己认为的反而多，跟退辅会完全相反过来哦。经济部认为他有412位，403位，问题就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政府对于我们到底转民营化之后是控制20%还是50%以上才叫做我们实质可以控制的单位，那个认定有差距。而那个认定差距就会显示在经济部送来到立法院被监督的内容，跟退辅会所属的公司单位送过来的内容，因为那个比例不同，标准就不一样。你觉得这不应该调整成一致吗？我想，王委员你讲的很对哦。我们至于这个是不是有重复领钱这个部分啊、哦，应该有一个一致的标准啊、哦。重复领钱应该一致的标准。这个一致的标准可以出现在几件事情，就是我重复领薪一致的标准，对，送来立法院被监督他的财报也好，他的表现也好，也要一致的标准，否则现在各委员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我想主要是在名词上的部分啊。那个如果以政府机关所属营业非营业基金行政法人来看，那个应该真的是只有公营，就是100%政府控制的。但是呢，如果20-50%那个部分呢，应该是政府可以掌控，但是它不见得是政府所属了。所以在这种定义下呢，它是比较宽的定义。那么这个写法上呢，是没有把这点讲清楚，所以有人就误解了，所以把它包含在内，所以造成这个差异了。所以我是建议，因为这个院长本身也是财务方面出身的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国家慢慢把制度化繁为简？也就是说，我们面对所属的机关退辅会，这也不是退辅会的错。这以前都留下来了，退辅会下面的这些公司、基金会等等，跟财政部下面的、教育部下面的，我们慢慢建立到一套的标准，100%的、50%的、20%的，这些人该属于什么样属性，然后我们在报告上要怎么呈现，跟那些预算数甚至于双薪的问题怎么处理，它变得有一致的标准。是的，否则我军人转到经济部的单位，跟转到退辅会的单位，哇，那差别不一样。那变成好运气好的到哪里，运气不好去哪边？我觉得我们政府不能容许这样不平的状态。好的，我想您讲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注意，我们请那个人事总处跟那个主计处啊、哦、一起来考把这个定义啊、哦、把它弄清楚之后，告诉各部会啊、哦、照这个标准来处理。是，我们李主委先回座哈、哦。我最后这3分多钟的时间想，因为我在礼拜五的半夜飞到 LA， 然后我今天早上6点回到台湾哈、哦，就是。上班时间都在台湾，遇到了很多侨界的人，也有银行界的人，他们对院长非常的关心，对行政院目前的施政也很关心。我接下来问的这不是跟总预算有关，我特别要请教院长，就是事实上有很多的指责来自于错误，不叫误解哦，很多指责是来自于错误，很多的误解来自于故意，但是还有更多的对现在行政院，你虽然你们都做得很努力，但是民众没有感觉，来自于不知道，所以以最近发生这些事情来讲，比方说这个兆丰金控这个案子，兆丰金控这个案子，我们当然不能先设定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一定要破到这个案子，才叫对得起纳税人，这也不好，跟着证据走，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民众对兆丰金控案的期待
高期待变高焦虑，里面当然有媒体去营造的声音都有。就你个人目前为止，你对兆丰金控这个案子有没有设定？以前八号分机啊什么都会设定破案时间哈。目前兆丰金控的案子，行政院有没有设定在什么时候要做一次完整的说明？不管是背信罪、内线交易，或者海外的资料已经回来了，做比对，到底有没有洗钱？有没有人利用这个漏洞洗钱？这个都在前朝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有人不知道汗颜，也就是说，当时的管理松散造成了我们的政府蒙受重大的损失，而现在当时造成管理松散的人呛得比谁都还大声，这叫寡廉鲜耻。可是我们现在行政院你要负起责任来，民众在等这三个案子具体的答案哈。具体的内容我没办法问，但我是不是院长你的态度是什么？跟网友们特别报告，我想我们一定会就是就我们这个所能够发掘的真相或者事实，我们一定会分阶段跟社会大众来说明。这个阶段主要是这样分，就第一个是有关兆丰本身在处理这次精简所行政上的所有的责任，那这部分是由金管会来负责，他已经在日前已经曾经公布复印报告，而且说如果后续的资料他还要继续处理，所以这部分是有告一段落，所以跟社会大众说明。那至于第二部分是有关行政部门的监督是不是有政治责任或者有没有疏失的部分，那这部分呢是由行政院的那个督导小组呢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个说明。我现在剩一分钟，我这个是真的是提醒院长，有时候时间那个速度会决定期望值的满意度。同一件事情早点把它完成宣布出来差很多。还有内部的资讯，我亲自问丁克华主委，他说海外带回来账开户资料都交给法务部了，可北检发的新闻稿都没有收到，光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速度跟清楚上这两件事情民众需要一个交代，我这边做个提醒。那因为只剩三十秒，把三十秒时间给院长，是不是你最后把说明完？谢谢。我想我们一定会来努力，但我也必须强调，就因为检方的侦查啊，不是我们行政部门可以指导的，我们只能把相关资讯给检方之后呢，由检方来处理啊。我们也期待他能够进入最后时间来做说明的时间。我们希望就这个部分是不是由法务部那个邱部长来说明好吗？来，我让邱部长还有九秒。有关于这个刑事的侦查的部分呢，其实事实上北检呢大概都陆陆续续在进行。那大概原则上大概分三个区块。那第一个区块就是大家关心的，到底有没有洗钱的刑事的。好，谢谢王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郑委员天才咨询，询答时间为十五分钟。苏院长、林院长及各部会所长，本院的各位委员、媒体女士先生，有请林院长。请林院长。郑委员好。哎呵，林院长，你好。今天要谈总预算哈，蔡总统道歉之后，原住民族最需要的预算减少了，在。去年，本席提案修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第四项，增加了这个第四项，授权原民会订定《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划设的办法》，这个法已经公布施行。蔡总统在八月一号向原住民族道歉的时候也提到，今年的十一月一日我们会开始划设，公告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土地。但是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经费预算减少了，总共减少了485万1000元，看起来485万不多，事实上但是它是减少了50%+哈。这么重要的预算既然要开始划设，蔡总统说的，但是预算减少了。在去年本席也修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条之一，也就是把部落成为公法人，提出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也三读通过了哈。我们部落公法人的相关的设置的办法，原民会正在定，即将发布。
总共部落工法人的任务，总共按照移民会所定的办法的草案有12项之多。蔡总统在8月1号在道歉向原住民族道歉的时候，也特别提到部落工法人的制度，我们已经推动上路，也就是因为原基法在去年修正之后，可以部落可以成为工法人。但是我们看，我们106年度的预算，完全没有看到部落工法人的预算，而部落工法人的预算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要放在基本设施维持费，但是我们从所有的预算科目里面看不到部落工法人所有的文字哈，而基本设施维持费有没有增加？没有增加，105年度跟106年度都没有增加，而部落工法人他是在国家整个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既然106年度我们也不，我们没有办法，立法院没有办法给你增加哈，所以要拜托我们林院长，这个是新的，包括刚才，新的一个法律义务，这个基本法2条之一也是新增加的工作，新增加的一个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蔡总统也非常重视，希望在107年度啊，能够在基本设施维持费里面呢，能够增加经费啊。那在教育预算的部分，我们看这个监察院的调查报告，监察院在101年做了一个调查报告，原汉平均移民落差大的原因，并非外界以为的酗酒，关键在失业。而原住民族相关的教育程度，按照监察院101年度8月的一个调查报告，教育程度是影响原住民的就业跟收入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就是说，根据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原住民的平均移民是因为就业的关系，而就业又跟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看这个比例哈，沿汉的大专生的初在学历，原住民跟非原住民落差达到33.21%，这么大的落差。我们看这个15岁以上教育程度沿汉的落差高达21.59%，也就是已经达到22%。这样的一个落差，如果我们看大专学生，大专学生的退学率，沿汉的退学率，我们比一般大专生呢高出40%的退学率，而休学率也高出25%的一个休学率。原住民学生退学跟休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困难，经济困难。蔡总统在8月1号也特别在道歉文里面提到，原住民族在健康，刚才讲的平均移民健康、教育、经济这些生活的指标，跟非原住民族存在着非常大的落差，所以蔡总统说，我要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这个是蔡总统非常深刻的一个。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教育经费是不是增加在还是减少在什么地方？104年就是去年了，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3条，这个大家都知道。教育预算从不低于前三年度结算税入净额平均值的22.5%，修正调高为不低于23%。所以，因为这个法的通过，一年增加教育的总预算，总共有179.81亿，增加了8%了哈，这个教育预算。而这8%到底投入到原住民族的部分是多少？我算一算之后啊，只有2%，179.81亿，我们原住民只占了2%。我们本来很期待。看这个图表非常的小，百分之二非常的小。我在
今年的三月，当时还是前朝的时候，在今年的五月，两次质询，也两次提案，包括潘部长，在教育文化委员会，我们也做了决议，希望增加，能够大幅的增加，所增加的179亿，能够增加，我们的比例能够高，能够高的高一点啊。我在6月21号向林前院长咨询，市政咨询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希望能够提拨更多的比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所增加的经费应该要办理这个我们的学前教育、大专学生的奖助学金，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的生大专生的生活补助、民族教育的经费、家庭教育的经费、学生课业辅导的经费，足以，还有包括音听教育的经费。但是我们看实际所编列的状况，原民会与教育部对原住民族教育经费的编列，我们看96年度，那时候还是民进党执政哈，96年度，原民会占的比例是40.65%，教育部占59.35%，这个是64比，部长，因为你不知道，这是64比，为什么会有64比？是根据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细则，在下一章就有，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细则第4条明定，要由这个编列的比例由中央就是教育部跟原民会来商定，我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商定，因为我们看前面那一张，前面一张哈，106年度的比例原民会只占了27.2%，连三成，30%都不到，教育部72.8%，很明显的，原民会被欺负了，没有商定，我不认为如果有商定的话，我不认为一降保二一定会退让到剩下27.2%，谁最知道应该怎么编列？编列的方式跟比例是要两个部会来商定的，没有商定才会编出完全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需要跑到哪里去呢？我们下次教育文化委员会或者是教育总咨询的时候可以再谈。我们看这个原民会的经费原民会的教育经费105年度13亿1287万元，106年度12亿8587万，预算减少了2700万，减少这么多。然后呢，我们最需要的大专原住民奖助学金减少了1167万。部长、院长，我跟你这样主委过去都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前后届，我们那时候10000块奖助学金，一个学期10000块，不用，因为那时候学生很少，原住民学生很少，都不用比，我们每个月一个学期有10000块，10000块还不够，我们还要去打工，我们还要去打工。那现在呢，因为人数增加了，然后我们预算一直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况之下，变成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奖助学金的比例不到50%了，甚至低到30%多。所以我在88年担任教育文化处的处长，原民会的教育文化处处长的时候，就把低收入户全部不限于名额，不要比成绩，低收入户全部不管多少的低收入户的大专学生就全部要有奖助学金。然后在去年特别要求原民会叫那个林主委，林江义林主委，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学长，把中低收入户也增加不限名额，这个就是要协助解决退学率、休学率能够减少，让他能够好好的念书。10000多块不多了，但是不无小补，但是你现在这个经费减少了，我们看得很心痛。所以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最重要的是教育，你教育没有办法提升，我们谈的就业，我们谈的平均移民，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各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等一下会给你们答复。我们看这个部落基础建设，
永续发展造景计划，这是圆明会的预算，减少了25%。这25%里面，文化计会所，减少了1966万。上次我们林院长啊，有到花莲市的华东部落，他们很需要。我们看看这些照片，我们的计会所，你这样主委非常清楚，我们的计会所岁时祭仪很重要的场所，婚丧喜庆很重要的场所。为什么？乡下没有餐厅啊，不像台北市有餐厅，结婚可以在那边办，我们都是要在自己的部落办，不要搭棚子。我们的丰年祭，像这个有这个好几张，大家慢慢看，下一张，这个一将，这是谁的部落？看下一张比较清楚。这是一将的部落，有祭会所，这个就非常重要。他们部落有结婚的，有丧事就在这里办，非常需要的一个场所。好，再下一张，你看这个没有祭会所的部落，就是搭这种棚子，下雨的时候，大太阳的时候，下雨当然挡不住，接下来，这个也是一样，下一张，这个也是一样，没有祭会所，下一张，下一张，下一张，这个结婚的时候就是这样办，下一张。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编列我们最需要的经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这个经济，我们讲经济，经济前面好，这里面可能漏掉没有，我来讲经济的部分呢，整个经济的经费是减少了，减少多少呢？减少5000多万，这个经济的部分，还有经济的预算呢，对一个辅导规划经济的部分呢，非常非常重要，竟然减少了这么多的经费，这个5293万，有关经济的预算，这样的一个预算，当然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部长，你有没有跟以将主委讨论，按照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细则的规定，必须要讨论应该怎么编列啊？可以说吗，部长？谢谢郑委员的关心，我想郑委因为原住民族教育的编列一直都是教育部跟原民会来会同，那就今年106年的教育经费，原住民族的教育经费总数两个部分已经达47.28亿，对，这有增加没有错，对比2005年还多4.1亿了，那这部分也达到法定1.9%的这个上限。那当然我也跟委员特别报告，委员当时关注的这些项目啊，包含我们说大学的奖助学金、学杂费、或是对于原住民族的民主教育、包含我们相关的这些措施啊，部长，往这个方向来规划。你增加很多，你教育部增加很多，但是增加到不该增加的地方了，譬如说，好，谢谢郑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苏委员巧慧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我们请院长。请林院长。
苏委员好。院长好，辛苦了。没问题，谢谢。院长，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2017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制，所以我想我们就好好的来讨论这个总预算案的部分，一些基本的问题和大问题。那我想院长是财经专家了，我今天问的问题，相信您一定能够亲自回答，告诉我们您的态度，而且呢，一定是满意的答复啊。所以院长，我们根据201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总说明哦，推估今年2016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1.22， 那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到了 1.88。请问院长，第一个问题哦，这个目标有信心达成吗？既然我们做了这个预测，当然是认为现在情况是比，就是我们认为明年的情况会比今年要好才对。所以是有信心。因为经济发展的这个目标预测这个东西，不能说百分之百了，但是我们既然做了这边，就我们认为它应该是可以做到。好，但是院长，本席特别注意到这几年我们政府的经济预测大多有这种开高走低的问题哦，而且甚至过去几年甚至有连续下修9次的记录哦。院长还曾经因为这个题目来接受杂志的专访，所以我们不要说太远，就以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为例，在去年的预算案中推估今年是 2.7， 那现在呢虽然是有增加，可是也还是到 1.22，这个状况还是打了对折哦，比对折还差了其实。而且如果不是根据主计处根据其他的预测机关的推估，今年的成长率其实都不到一哦。所以我再一次请问院长，院长保一有问题吗？有信心吗？情况应该是看起来是机会很大、哦、看起来机会很大，未来还有3个月。院长有信心就有信心嘛，大家都在等着你说有信心啊。我们只能说它有改善了，就是在比年中，就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看法要比现在来看，现在比较乐观。好，我就认定院长的意思是有信心了。好，那这样既然对经济成长今年是有信心的，那本席就请教院长，院长，那你觉得明年的国家税收会增加吗？既然有信心了，明年的税收会比今年来比应该是成长的，应该是成长。这次你可以肯定答复了吗？会成长。好，那本席就要请院长比较三个数字哦，比较三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2015年税客收入的决算，这个数字是1兆4651亿元。第二个数字是2016年今年1月到8月而已的税客收入，今年确实不错，今年到现在有1兆4695亿元，已经突破去年的决算了。好，那我们看第三个数字，来看看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我想要问的，那这个是2017年总预算的税客收入，它的数字是1兆4593亿哦。院长，你对这三个数字，你看到了什么了吗？这个部分看起来好像您的数字看起来是明年的预算案的这个税收收入是比今年要低的。是啊，你刚刚说我们对经济的成长有信心，明年的国家税收会增加，可是我们看看现在预算编列的税客收入，2017年比2015年的决算还少哦，甚至比今年1月到8月而已的实际税收是更少的。所以既然是明年的成长率有 1.88， 比今年好，税收会增加，那你觉得这样的数字合理吗？我们请那个财政部院长，这个问题很简单了，你觉得合理吗？他一定有些道理，因为这个详细数字背后原因哦，我还搞不清楚。我直接先说了。我特别哦，还调查了，如果是从2001年以来的税客收入的决算数的成长率是 3.9， 所以如果照这个成长率来推估，其实2017年的税客收入应该是要到1兆5000亿以上。很简单讲，就是明年的税客收入，我认为至少短编了1000亿元。我觉得这个数字我很奇怪啊！你说1到8月就有1兆4，然后12月到9月只有525，这个这是一个推估，这是一个推估嘛？因为还没发生嘛。我数字我不太了解，你这个数字背后的根据在哪里？就是从2001年，我们以2001年以来税客收入决算数的成长率平均是到了 3.9 哦，所以是每年会成长。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认为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呢，今天呢，我好好的根据了这个总预算案的这个您提出的这个案子去这样做检视，我认为在这里明年的这个税客收入就至少短编了1000亿元。我认为啦，如果院长也认为明年的税客收入在这里，连你现在站在备询台上，你都会对这个数字感到疑惑，是不是可以回去好好的重新解释？如果不合理，那本席要求行政院是不是能在1个月内重新估算，
然后把新的合理的预算额度送交本院，让本院在审查税入预算的时候可以参酌，这样可以吗？我想您刚刚那个数字哦，这个基础哦，到底是因为有些是就是中央政府的还是全国税收哦，是要把它弄清楚。因为你现在是如果拿中央政府税收跟全国税来对照，这个基础可能不完全一致了啊。但是我想我们会议可以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是把所有的税收资料以及预估资料提供给您，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义务，是没有提供资料。而且我今天的其实我已经经过计算了，我如果能够我的能力就能够做出这样的查询，那我是非常的希望这个。既然是有问题的，那就应该要重新编列。那所以说明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提出吗？那如果是不合理的，那么就一个月之内应该要重新编列。我先跟您解释一下，就您刚刚讲2016年的1兆4哦，那全国总税收不是中央政府总税收，那2015年那个应该是中央政府的决算收入，所以这两个的基础不可能不一致，所以造成今天您这个误解。哦，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把这个详细的数字还是提供给您参考，好不好？我认为这个是确实是应该要值得好好的追查啦。那另外呢，第二个问题，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我想要请院长我们来讨论一下预算规模的部分，也在这里让您告诉全国您的态度。本席特别注意到，整个政府的预算规模在2017年各级政府的净支出总额是2兆8000多亿，那中央政府呢1兆7亿7000多亿，是占总规模的60%，那省市政府就只有7600多亿，县市政府是3000多亿。那院长，你认为这样够用吗？这样的规模够用吗？您说是指？你认为这样的预算规模对政府要推动这么繁复的政务够用吗？中央政府是不是？中央政府够用吗？那以你现在的高度，你同时必须担负我们这个县市政府也都在您的掌握之中啊。那你认为这样的预算规模对县市政府够用吗？这个部分啊，是当时参照过去年度的这个支出来看啊，这个部分应该是。就是如果是以过去的业务来看啊，应该是可以去处理了。但是当然就是说，你认为这样够用？够用不够用，永远是不够用了，钱一定是永远不够用了。好了，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我想这个院长你对自己的期许也是相当好。但是我特别整理了1991年以来哦，我们各级政府净支出相对于该年 GDP 的比值，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从1990年30%，然后之后就一路下滑。那甚至呢，比较了这个国际哦，我们也都是最少的。现在台�湾呢，这个只剩下占了16.5%。那我想知道的是说，院长，你认为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值这样一路下滑，政府的态度是什么？这个部分哦，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主要原因就跟世界各国比，我们长期以来是偏低的了啊。是啊。那么其实您过去也发表过很多的意见啊。对，长期偏低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收入不足了啊。其实哦，如果讲太多一般人是听不懂的啦。这边的话我想表示的其实是说，如果我们的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值太高，但税收没有办法支付，这当然不好，因为代表政府透支，我们必须借债嘛。可是如果太低，就表示我们要发展经济，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也是有困难的。简单讲，就是政府的预算不足，量能不足，它就很难变成带动民间经济发展的动力呀。那这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啦，因为院长你真的已经发表过很多的意见，所以我想知道今天您当上院长了，不晓得对这个大问题有没有新的解决方法。我跟素媛特别报告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的问题不只是在政府的支出这个偏低，而是在于我们的政府的支出因为被法定支出绑住，所以呢，只要我们一旦增加收入，法定支出就会膨胀。那么很多法定支出其实是需要去检讨的。假设我们今天不能确定我们的支出每一块钱是用在刀口上，去增加支出其实对经济不但没有帮助，而且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改革是整个政府效能的改革，以及预算过去未来的这个法定支出预算要如何能有效控制，非常好啊，这些都要去一起来处理。院长，你提到了政府效能，正是我下面想讲的。确实啊，我们再来看政府人力的话，过去十几年来哦，政府部门一直在强调要人力精简。那如果从预算原额来看呢，人员真的是精简了不少，因为从2001年的时候呢，高达了18万人。那到2010年呢，大致上就维持了13万多的员额，下降的幅度非常多。那我也请教院长，既然是人力精简，其实也是要为了省钱。那么预算员额大幅减少，人事费有减少吗？这个部分我要去问一下主机长，所以我不清楚。
好了，不管是不是有减少，如果我们现在单纯的来看政府的人事费，表面上看来哦是减少了，可是其实如果你细究下去的话，刚刚是说原额有减少吗？可是如果每单位的原额的人事成本其实是增加的，也就是说每单位原额的人事成本从2000年初的238万到现在到2012年之后已经超过300万了。那这个人事成本当然不是说公务员大幅加薪，其实这个讲白了就是薪资以外的成本增加，就是退休给付大幅增加嘛。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年金改革的原因，不是吗，院长？嗯，这个部分可能牵涉到当然很多了。其实我觉得原额人事成本增加，这个从整个就是薪资上升或者说劳动条件改善来看，这是全体一致都会有这个现象了。其实我今天没有要考院长了，我是借着这个机会把所有这些大问题再一次爬梳出来，放在这个国家的公共殿堂上，国会的殿堂上面，让院长展示您的态度。确确实实我们就是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个人力的问题不只是原额预算的问题，甚至是刚刚说虽然是控制在130,000人左右，但是如果加上劳务派遣、劳务承揽派遣的派驻的人力，还有临时人员的人数，这个大概有80,000人，加起来其实总员额又到了210,000人，所以其实人力也没有精简啊。所以单位预算的钱没有，单位预算的员额单位没有增没有减少，那人员数也没有下降，所以这样子的人事精简这么多年来其实还是没有成功啊。所以最后我还要再讨论一个，是总预算，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用途别。我们来请教院长哦，如果你知道在支出用途别的方面费用最多的是哪一项吗？支出用途别当然 人事费用应该是比较大的项目，但是其实不是人事费。如果我从支出用途别方面来看哦，最高的其实是奖补助费用，因为它如果合计经常门跟资本门的话，其实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1兆元，已经超过了1兆。那你觉院长，请教院长的态度，您认为在总预算当中，应该是跟地方政府的补助是不是也包含在内的？是是啊，是啊。跟我们报告一下，那个奖补助会包括那个劳健保的那个补助费用，谢谢。所以嘛，所以我们从这个2001年的时候呢，那有些年度还不到40%，但是到了2014年以后，占50%就变成了常态。所以我今天想要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总预算可以看出很多常年的问题。第一个是政府预算规模过小，所以政府没有办法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动能。第二个是政府的人力运用，就是如同刚刚院长讲的，除了预算规模之外，其实人力的运用其实应该要加速改革，包括退休制度，包括人员效率的提升，这个都是需要做的。第三个是中央政府总预算在奖补助所占的比率太高，所以剩下的预算你就很难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推动政务了。我再一次的说，我今天在这里不是考院长，因为院长您比我更专家，更是财经的专家，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提出这些大问题来，是除了让院长也让整个行政院的团队知道，确确实实我们国家就是面对了这么大的问题。那早上第一个质询的时候，院长有提到您对这个零基预算的态度，您说刚刚说就是因为我们70%都是法定预算，所以剩下的就算你想要归零重做也没有办法可以彻底的落实。但是我这边啊提供院长一个资料，你看看行政院本部的预算编列，它呢11个工作计划在近几年的预算，包括施政推展联系、国土资通安全业务、性别平等业务等等，连续3年的预算金额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几乎一半的工作计划3年来的预算金额都一样。如果连院本部的预算的编列都是这样的态度，那我们如何期待整个行政院团队可以有院长您刚刚说的零基预算这样的思维呢？跟素媛报告，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那个奖补助等等的，其实都是法定支出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为我们的所面对的主要的困难在这。那至于你刚刚对行政院的部分所提的问题，我这个看法是这样，就光是看金额还是要看内容了，即使是同样金额，但实质内容应该也会不一样，因为特别是行政院在这个520之后，我们的一些新的政策
它的推动呢，虽然是同样的，也是属于院的一些啊这个政策或者联系等等，但它的实质要推动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但是这个至于说金额的高低的部分呢，是不是有在检讨的必要？这部分我们可以再来看。院长，我想表示的其实是这些问题今天提到都很大，但都不是您造成的，甚至是过去八年留下来，甚至是扩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希望院长能够展现。好，谢谢苏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上午的质询到此为止，下午2:30继续开会进行预算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